140小节。120亿。亦以父子败将散至代下加白果孝家。齐黄名家吴七先生借用金匮要略一常庸化浓的亦以父子败将散改为汤剂调理妇女代下症。指出亦以人健脾燥湿父子助阳化湿败将草清热利湿三味寒热组方同干姜黄连大黄父子的配伍均属于物理的综合并不相悖。老朽应用发现若加白果则青云直上或效更佳。1981年遇一再婚女子感觉腰酸带下如注黄白夹杂偶见血丝气味恶浊医院诊断为宫颈三度糜烂有转癌的危险。主张手术切除。患者恐惧万分要求中药施治当时就给予本方记忆人60克泡附子6克败将草40克白果20克每日一剂水煎。分三次服。连用10天情况逆转把量减去一半继续饮之。共30帖解除而愈客观检查癌前期变化消失。122小店中汤突出2味。小店中汤伤寒论金匮要略均收入之由桂枝汤加焦夷麦芽汤而成以焦夷为君白芍次之酸甘结合突出补中益阴。虽有桂枝肺疗外感风邪。除一心悸腹痛尚可给予身体疲劳精神不振咽干口燥者。对神经衰弱虚损症皆起作用。健中概念就是补中缓急固据内经调以干药。1963年诊一地质勘探人员患心悸情绪激动腹内隐痛体重下降面容干枯感觉中气不足手足心热。医院印象贫血神经衰弱自主神经功能失调吃药转化不显改聘中医调治。根据病情吻合本汤急受与桂枝15克白芍30克甘草10克生姜6片大枣15枚破开煎好后融入焦夷60毫升。分三次服。饮了10剂效果良好主其继续勿停连用27帖病消而安。小方也疗完症十足信任。大朴先生指出以焦夷为核心是众星捧月焦夷白芍2味各占一等乃二郎担山都为他的特色不了解这个化界则方一全丢。123大建中汤治胃炎。蛔虫寄生在人体吸取营养影响健康使人面黄肌瘦处于虚弱状态。主要在肠道活动故金匮要略炎上冲皮起初见有头足。上下痛而不可触近锄头乌梅丸乌梅细心干姜黄连当归附子蜀椒桂枝人参黄柏。上给大建中汤蜀椒干姜人参焦夷。温中降气和胃扶正杀虫属传统名方。老朽临床开大建中汤治腹内寒痛呕吐舌苔白腻脉象弦迟欢喜手按热敷则舒西称良性胃炎颇见效果。根据前人经验以蜀椒为君干姜次之人参益气相辅焦夷缓急且起温离补养作用。蜀椒功利热散抑制蛔虫时间较短乃其缺点止痛却占优势。1957年于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诊一山区农民经常恶心腹内不断隐痛纳呆手足冰冷大便如压糖日行数次。医院印象浅表性胃炎。当时即按寒邪调理授予本汤即蜀椒15克干姜30克人参10克焦夷60毫升加了泡附子15克每日一剂分三次用。连饮7天症状锐减并排出蛔虫2条。由此可知其温离与驱蛔的疗能完全符合实践。124不内外因方。家父强调夜医临床要辨证准确选方合理前药投量要有伸缩性才可灵活针对病情。吴少时建议01遇跌打损伤投金匮要略王不留行散加参3剂曾露其方外腹内服。有王不留行100克蜀椒60克硕卓接骨木叶60克黄芩30克桑白皮30克干姜30克白芍100克厚朴30克甘草30克参3剂100克碾末每用10克日吃3次。重点刀斧外伤俗名金疮很起作用。而后老朽予以化裁改为不内外因方。即王不留行100克参3剂100克炙乳香60克炒末药60克蜀椒60克桃仁30克红花30克川芎30克丹参60克当归30克白芷60克白芍100克
制成水丸，广泛给予患者，反应良好。1959年春节浴衣被殴摔倒男子，拍片诊断软组织损伤，从右侧肩胛至下肢红肿，不能站立，疼痛严重，叫号不已。机嘱咐配此药治之，也是口服时刻，日食三次，凡15天便正消而愈。125，附子与石膏。《伤寒论》白虎汤医高热，中耶阳明发热，表里火邪弥漫。吴汤提出以大热、大咳、大汗、大脉四大为启用标准。后世抛开大论表有热、里有寒错解，奉作最佳实践指征。根据仲景先师干姜黄连、石膏桂枝、大黄附子寒热共治，公谷先师采取综合疗法，能升华处方功力，然石膏和附子同组一起，则十分罕见。老朽业医数十年，从文献记载到临床，尚未遇见是由哪位刀归家照创的这一先河。伤寒魁首刘冠云曾被吴讲，流行性热病，夏季中暑，在高热过程中，若出汗太多，精神不振，脉象由大转衰，患者感觉心慌无主，不仅阴筋大伤，且表示开始亡阳，应于白虎汤内加入附子10到15克，可助阳强心。既往石膏与附子水火不同炉的禁忌，不攻自破了。对此人们深有所感，他的先行经验值得研究，但非至关键时刻不宜邯郸学步，虽非孤注一掷，亦要防止他向险境。因不属18反范围，金匮要略无药物相反学说，甘草甘碎半夏乌头配伍，如甘碎半夏汤赤丸，有条件考虑珠联璧合。特写供大雅会诊，将二位推出双马齐征。126，掌握药物相互制约。经方临床，药物之间相互制约，起很大作用，实方比较少见。如麻黄汤，小柴胡汤因麻黄、柴胡能升血压，患者回避不取。殊不知其中桂枝、黄芩均降血压，抵消这个掣肘，饮后能走坦途。刘冠云先生留下一段传奇，他施治一例伤寒，由于头麻黄汤血压升高，达到110/190毫米汞柱，病人头痛、耳鸣、恶心、呕吐，家属只为药不对症。蓦然想到桂枝一冲，施法奔腾开桂枝加桂汤液，将桂枝增了一倍，劝其忌服，发生事故愿负责任。患者又吃两剂，情况顺转，症状减退，血压降至正常。通过此案，可以了解桂枝制约麻黄升压，值得重视。1965年老朽诊一少阳症，血压偏高，口苦，眩晕，往来寒热，受与小柴胡汤，方内柴胡同黄芩之量相等，药后不仅血压未有上升，反而下降，所以要掌握药物对抗，就会产生有顾无允的效果。127，小柴胡汤加青蒿。伤寒大家吴七先生提出，伤寒恶寒，无汗，有身痛，中风恶风，汗出而不恶寒，少阳往来寒热，无汗，与疟疾不同。小柴胡汤医疟疾，疗力不及常山，暑期非治疟疾专药。的确如此，老朽调理邪入少阳，投小柴胡汤大都汗出髓解，尚有个别患者鬼门不开，往来寒热，家传经验将柴胡升至20到30克就已获救。若仍未见功，加入青蒿15到30克，即摇然冒汗，邪退得愈。1962年于济南诊疑外感，开始向强身痛，6天转为胸胁苦满，往来寒热，脉象弦数。该男子学过医术，要求按头痛喜呕发热属少阳处方，当时就开了小柴胡汤，即柴胡15克、黄芩12克、人参6克、半夏10克、甘草6克、生姜10片、大枣10枚，薄开，连饮3剂，病况依然。和其协商，添入青蒿30克，服后4小时，告诉已湿透内衣，只一帖汗出，邪散而安。128，阳虚用附子两项治法。足伯父瑞奇公师承伤寒论阳虚所开附子，均取生者，有两个准则。一是太阳旺汗，物下亡阳，有伤阳背景，乃亡阴后发生的。在养阴基础上助阳，就配白芍，用桂枝加附子汤。若少阴，太阴内寒，需要壮阳，应大热纯补，振兴命门火光，添入干姜，不加阴性药物，用四逆汤、白通汤。二者宜严格区别，切勿混为一家。老朽临床体会，从病因方面研究，属宏观施治范例，珍贵可法。1962年遇一七世农翁大汗亡阳，由于经验贫乏，曾给予桂枝加附子汤，化舌天足增入干姜，
忽略了其刺激性，汗水仍然淋漓。将干姜减去，汗迹收敛。这则小案提供同道参考，浅要观察。129，祝融是火神。祝融代表南方，为火神之名。有的地方防发生火灾，筑建庙宇给其塑像，红脸端坐，手托火鸽子，习称红鸟及朱雀。桂，紫红色，性热纯阳，故桂枝汤又叫朱雀汤。从元代王豪古善调阴正以来，岐黄借洗头热药者，被呼为祝融郎中，民间谓之火神派。但该派多数属于伤寒论系统的传人，除常开附子、乌头、天雄、海江干姜、肉桂、吴茱萸、硫磺、碧橙茄、蜀椒、小茴香列入重点，和现在所见专用附子的完全不同。左伯父为祝融派，临床对附子、薄火晚苏授予生附子，强心驱寒用泡附子，温里助热用熟附子，回阳加干姜、肉桂，益气加人参、四物加红景天、暖化寒邪加桂枝、蜀椒、吴茱萸、丁香、一把。大便内结排出困难，加肉苁蓉或制硫磺玉米粒大一块吞服。老朽遵此经验，长期实践获效甚佳。1954年于德州诊一阴寒患者，面色铁青，不断腹痛，脉象沉弱，更衣日结两次，未成形状，即以泡附子为君与之。即泡附子30克，干姜15克，甘草10克，吴茱萸15克，蜀椒10克，丁香6克。每天一剂，胃寒，说话无力，手足发凉好转，嘱咐勿停，共18帖，正除而愈。130，玄武派用药。岐黄界善于养阴者被誉为玄武，乃北方水神的代号，俗呼水仙，亦称玄武派。专业人员较少，一般均尊朱振亨前贤为开路先锋，洗头撞水治火，增液润燥，生津如枯。温病学家虽师承其法，并非真正玄武门徒，强调人体阴液占 70%， 属物质基础，决定生命存亡，阳气依赖它提供营养，才能发挥光芒，产生功力活动，是蓄于不可理解的源泉。张景岳推出熟地黄，没有言及阴水津液的重要作用，令人遗憾。此派长头药物有玄参、麦冬、石斛、天花粉、知母、生地黄、芦根、瓜蒌瓤、熟地黄、山药、浙江山茱萸、西洋参、天冬、大枣、枸杞子、玉竹、蜂蜜、卤豆、阿胶、何首乌、黑芝麻、沙参、白芍、桑参子、当归、椒夷、百合、竹沥、杏仁、海蛇、荔枝、龙眼、青果，目的护阴、助筋、养液。清热的石膏、竹叶列入附品，黄芩、黄连列归剂药。1952年吴于河北建议玄武派起诉，寿眉长然，约80岁，绰号水葫芦，实乃养阴大师。给一更年期综合征妇女会诊，阵发性冒汗，感觉手足心如火，体弱烦炭，断为阴虚水亏，形成火旺。处方生地黄、知母、山茱萸、麦冬、女贞子和首乌、玄参，加了牡丹皮。患者服后状况良好，久计即愈。131，投方注意药物其他作用。传承伤寒论处方，应注意药物配伍，如麻黄、柴胡生血压，要尽量回避；然麻黄汤、小柴胡汤则否，因有桂枝、黄芩降低血压，就能抵消这一影响。斯逆散含柴胡、止咳二味，均可升压，缺抗衡之品，则排除于外。山东之柴胡乃北柴胡，习称大柴胡，与南地所产的狭叶柴胡不同，升压弊端不太明显，但高血压患者亦要远离为佳。1961年灾荒时期，生活困难，营养不足，高血压发病率低下，老朽心中麻黄、柴胡、止咳不会引起血压升高，正由于此而发生过失。一机关人员感染乙型肝炎，胸闷胁痛，蛋白倒置，转氨酶超出正常二倍，当时曾给予四逆散，即柴胡15克、止咳10克、白芍15克、甘草6克，增入人参10克、白术10克、郁金10克、五味子10克，每日一帖。也没考虑五味子亦属升压药，饮后头晕、脑涨、夜间难眠，三天停服，改用另一汤剂，才挽回不利现象。血压从100/160毫米汞柱落至正常。132，四逆散调精神疾患。伤寒论四逆散由柴胡、止咳、白芍、甘草组成，依少阴病阳气被郁不深，
四肢厥逆发冷，与阴盛阳衰热力达不到手足末梢有异，属于阻塞性不通。虽名四逆，非附子，干姜对象。以柴胡疏导，止咳行气，白芍养血止痛，甘草缓急和中，共同解除障碍。老朽临床授予精神抑郁、胸闷、心烦、胁胀、腹痛，或妇女更年期自主神经功能失调，将散改为汤剂。突出柴胡宣散，止咳开结，白芍柔化，一般七帖便可见效。1980年赴外地参加会议，诊疫接待人员言思想分迟，情绪不稳，杂念缠身，恐怕发展成焦虑症，老朽即书此方与之。即柴胡15克，止咳15克，白芍15克，甘草15克，加入山栀子10克，主其连续应用，切勿间断。凡19日很有进步，又服10天基本治愈。133，滋阴退烧一案，祝融派、玄武派、大都胎息素问次主一火之源，以消阴疫。壮水之主，以治阳光。温病学家除了继承玄武派思想，上善头解表、清理、泻火、攻下各种寒凉药物，乃其不同点。外感热邪初起，用桑叶、连翘、薄荷、浮萍。降体温用青蒿、石膏、蝉蜕。解毒用重楼、灌仲、金银花、大青叶、板蓝根。养阴用鲜地黄、麦冬、鲜石斛、活水芦根。泻火用黄芩、黄连、山栀子、知母。利肠下泻用大黄、圆明粉。王梦英先贤于处方内常添入荸荠、海蛇、及雪羹汤。与叶天士老人家丹参通络凉血，合为二美。1950年建议阳性相依，乃地方玄武派掌门人，滋阴、生津、增液十分娴熟，号称丹溪第二，对燥热导致的阴虚水亏调治较多。突出壮水，濡润，不吃寒凉而火能息。他曾诊疫秋燥患者，口干、舌红、鼻衄、皮肤落屑，身上灼手，喜喝冷水，开了金匮要略麦门冬汤加减。有西洋参10克，麦冬15克，鲜生地黄15克，竹叶30克，鲜石斛10克，板蓝根20克，全参10克，甘草6克。大枣10枚，剥开，粳米30克，水煎，分两次饮之。连用6剂，急热消血止，症状逐渐解除。为服芩、连、石、之同样生效，说明水银疗法也可逐渐成果。134，慢性盆腔炎要行气活血。伤寒乱所炎热入血时，多是妇女盆腔炎，血是相当于包宫。包宫包括子宫、卵巢、输卵管、盆腔结缔组织，非子宫一处。子宫内膜每月按时脱离，出现月经，故炎便不能长时存在。盆腔炎转为慢性，多局限于输卵管，约占 80%， 习称附件炎。恶性发作期，宜根据情况投小柴胡汤、桃核承气汤、刺气门。慢性应重视行气散结、活血趋瘀，考虑给予抵当汤、下淤血汤、大黄、重丸化财，综合施治。1975年淮北一女子因不孕来诊，医院印象慢性盆腔炎，输卵管积液，少腹部坠胀，隐痛，按之不舒，双侧皆然，月经炎后，量少。曾吃小柴胡汤加桃仁、红花、六针七门，未见功力，要求改弦更张，另开他方。当时就授以桂枝10克、桃仁10克、三棱10克、红花10克、大黄2克、虫10克、止咳6克、香附10克、川芎10克、益母草15克、小茴香3克、王不留行15克，其中益母草利水，桂枝、小茴香温通，起催化作用，水煎，每日一剂，连饮2周。症状递减，碾末制成水丸，继续服之，一年痊愈，产一男儿。135，当归四逆汤治痛经。伤寒乱阳虚里寒，四肢厥逆，手足冰冷，除冰装外，表现在脉象上大都微弱，属四逆汤是硬症，阳气内郁，运行障碍，不得伸展，脉象弦紧有力，属四逆散是硬症，血亏流量减少，脉象沉细，按之四线，属当归四逆汤是硬症。患者表现有假而脉象无伪，学习经方要掌握这一准绳，作为客观依据。民国时期有位医家重视切脉，但临床对药物却别具差异，被误认穷兵黩武，怀有特殊的意识形态。他强调邪现阳明，开始身见微汗，不宜单投白虎汤，仍可加柴胡透表，发挥柴胡、石膏两药作用，速战解决十分有力。回阳专开四逆汤，
孤军迎敌难以取胜，天入桂枝，五茱萸，等于学李宋叹，能群力成功，耐人寻味。还说当归四逆汤治冻疮、风湿性关节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若授予妇女月经延期，量少，下行疼痛，收效甚佳。1955年老朽诊一女子，因继发性痛经，每月发作，腹中如绞，请假一周，卧床不起，已有9个月。试闻经汤：当归、吴茱萸、川芎、白芍、人参、桂枝、牡丹皮、阿胶、半夏、麦冬、甘草、生姜、中姜汤、肉桂、当归、盐胡索、山楂和、丁香、甘草、郁金、续断、沙参、苦参、牛膝、肉豆蔻，炒赤食之，没有回响。即给予当归四逆汤，即当归20克，白芍20克，甘草20克，桂枝20克，吴茱萸15克，细辛10克，鸡血藤30克，大枣20枚，剥开，生姜15片。把通草改为鸡血藤，经前3日饮之，日服1剂，连用7天。虽无黄酒相助，疗效依然显著。凡3个周期，愈后未再复发，其经验可法。136，桂枝附子汤加味专调关节炎。岭南经方大家陈伯谈运用伤寒论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投桂枝附子汤加麻黄、白术。老朽仿照，加入独活给予风湿，类风湿关节炎，易用于高尿酸的痛风。常开桂枝20到40克，泡附子20到40克，麻黄10到15克，白术15到20克，独活15到30克，甘草10到15克，生姜10到15片，大枣10到15枚，剥开，在助阳的基础上驱风胜湿，通利经络，温里散寒。比金匮要略麻黄杏仁薏甘草汤，止痛作用能超一倍，是一手理想的处方。祝融派代表萧作如，诸位局欣赏父子，有火神称号，对其有所忽略，令人不无遗憾。1953年老朽诊一杏林同道，因类风湿关节炎下肢关节变形，行走困难，放弃业务居家休养，远道来腰失智，急受于本方，感觉小腿发凉，将桂枝改为肉桂，即泡附子30克，麻黄10克，独活30克，白术20克，肉桂10克，甘草10克，生姜15片，大枣15枚，剥开，每日1剂，连饮40天，当中停服1周，症状逐渐减退，基本治愈。虽属一般平凡验案，但疗类风湿关节疾患，值得参考。137，开胸重用瓜蒌。无临床常投伤寒论五泻心之一半夏泻心汤：黄芩、黄连、半夏、人参、干姜、甘草、大枣，调理痰火内闭、纳呆、胸中痞满，对胃炎、溃疡同样适宜。若感觉阻塞、硬痛、拒绝压按、大便不爽，单纯依靠干姜、黄连辛开苦降功力不足，改用小泻胸汤，以瓜蒌破结，当湿为君。重点放在量上，将仲景先师所写梅帖大者1枚，给予30到100克，可见良效，否则极小而无成。四子经验已得到实践验证。1968年老朽在山东新闻巡回医疗遇一煤矿工友，因家庭失和，气痰食火凝于胸膈，堵闷顿痛，呼吸障碍，大便数日未解，仰卧增重，大呼死神降临，已发身亡。当时就授予小泻胸汤加止咳，连吃2天毫无加应，乃把瓜蒌添了3倍，即半夏15克，黄连15克，止咳30克，瓜蒌100克，水煎，分3次饮下。仅一剂，肠道排出秽物约半痰盂，上中焦大开，痛苦如失，没再服药而愈。量的多少至关重要，前贤曾言医术疗疾，传理不传方，传方不传药，传药不传量，传量不传变化之巧，十足信然。138，五味子打碎入药。经方所载七大平传药：含厚朴、杏仁、麻黄、半夏、玄附花、婷栗子、五味子，能解除支气管痉挛。小青龙汤内只有3种。细心、甘草功力低下，不入此列。五味子虽言五味俱全，若未打碎，合中心味没有溢出，乃为4味，难见显效。投于小青龙汤时，应当注意这个方面。老朽业医数十年，常遵试法，提高了该方的临床作用。在量上，上以麻黄明罗开道，半夏降逆气，大剂五味子配合攻占，不超1周便可正消而安。1962年诊一山西榆次患者，外感风寒，无汗，
哮喘不已，即取此汤与之。蓟麻黄15克，白芍10克，桂枝10克，干姜10克，细辛6克，半夏10克，五味子15克，甘草6克，麻黄同五味子相等。连饮5天，反馈不太理想，乃把五味子增至30克，反了一倍。继服梅绰共6帖，病情大减，迅速治愈。不问就知，五味子成绩位居前茅。尽管人们担心其收敛，因打碎释放心为五味兼具，且和麻黄、细辛、干姜组方，也就化险为夷了。家父说炮制加工，配伍互携，属浅药艺术之秘。139小县胸汤代理法。中药瓜蒌产于山东济南长清区浙属上品，分糖瓜蒌、人瓜蒌两种，以寒凉、人量多少为别。糖瓜蒌润肺增液，人瓜蒌滑肠通便，二味均能宽胸利志，破结舒畅胃肠，其脾驱痰，攻居果首。无临床不论糖、人、洗头全瓜蒌调理痰、火、食、气解胸。仿照伤寒论，每剂给予不大不小者一枚，捶碎，加半夏10克。即小县胸汤去黄连，睡间分三次饮下，连吃三日，则胸开满除，大便下行数次，排出病理性恶物，称畅快而疗。这一疗法是师承张门族伯父经验，物美易得，有推广应用价值，曾命名瓜蒌加半夏汤。老朽据此随着临床需要，也常被结胸间腹胀、严重更衣困难的患者，添入止咳20克，厚朴20克，凸显行气荡滞，收效更佳。台上一级台阶，可供同道参考。140二白合用。伤寒论桂枝汤白芍，理中汤白术，味呼双向作用，两其药少则利水，量多通常排便，二味合于一起，能健脾护阴，益胃止痛。无入冠时建议经方派医家调理胃虚中气不足，精神不振，那呆，身形瘦削，感觉腹内疼痛，空空然，常取此药为丸，称数少阴阳双补丹，获益甚佳。1962年诊一工厂高管延患胃窦炎三年，不断隐痛，虽内在消然无物，却积不愈食，要求打肠谱，给予易用可随身携带之品，最好吃药丸。当时即授予本方，即炒白术400克，白芍400克，加砂仁100克，防止呕恶，碾末水饭盛丸，每回10克，日服三次。结果一料尚未用完，症情就已解除，且改变了既往大小便下行不利的状况。小方越过名医，连品战胜贵药，施治四案完全体现出来。141大承气汤疗框。伤寒论施法素问阴阳分篇，然热论均谈火热，大论则将热症列入三阳，寒症划归三阴，有寒热二变，乃其不同点。该书经过王叔和与宋人校勘，将少阳放在太阳、阳明之后，二阳、三阴当中，脱离临床。至于太阳、阳明之间，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应予纠正。老朽上承前贤经验，常取大承气汤调治内火俱竭。除依据所载症状沾雨、便干、日不潮热、手足摇摇出汗、绕脐腹痛、下利清水、热结旁流，甚至目中不了了、经不和、寻医摸床、独语如见鬼状、昏不识人、一头与精神分裂症，按阳明未加时应用。1959年与济南诊一胶东妇女因妯娌争吵，家庭物业纠纷，肝气郁结，火邪上扬，哭闹不休，耳后头痛，幻视，眼见黑熊，恐惧不敢张目，狂呼乱叫，大便数日不解，干燥似羊粪成串，脉象宏大，重按壮志。曾按照少阴热化处理，吃四逆散加味，未效。迷信少阳居阴阳症中，要求必须含有柴胡，无破腹沉舟劝说，先饮一剂大承气汤试之，再考虑添入柴胡。即开了厚朴20克、止咳20克、大黄30克、圆明粉20克，防影响泻下，直起用小量的龙骨15克、牡蛎20克。药后8小时长鸣，开始更衣，排出燥屎多枚，症状大减，嘱咐继续勿停。每帖分三次服，凡5天平安而愈，且没复发，速度之快令人惊讶。142桃红抵荡合一加味疗法。伤寒论太阳虚血症，轻者热结膀胱，投桃和承气汤，重者瘀热在里，少腹硬满，给予抵荡汤，均有如狂发狂的病状。一是心急，一为久积，暑热血互结，应急行攻下。抵荡丸乃抵荡汤药物所致，
作用介于桃仁成气汤与抵当汤中间，功力较缓，需常时口服，方见效验。老朽调理热入血是发热，下腹部坠胀疼痛，有急性盆腔炎表现。受吴七先生影响，亦将桃和成气汤、抵当汤合一组方，称桂圆抵当汤。忌桃仁十克，桂枝十克，大黄十克，圆明粉十克，水蛭十五条，萌虫十五个，甘草六克，外加红藤三十克，蒲公英三十克，紫花滴丁三十克，水煎，分三次服，七忌便会药到而除，迎回欢喜，笑容可掬。1958年于章丘寓意流产后少妇，医院诊断爆发型盆腔炎，壮热，头上出汗，体温39摄氏度，感觉脐下胀满，左右剧痛，大便稍干。二日一行，即以加味此汤受之，每天一帖，五忌而愈。事实证明，桃、桂、黄、圆、水、蒙虽具核心，若无大量红、蒲、紫三味相辅，功力难得如是显著，在急性发作期，清热解毒法，燃眉救火，绝不可忽。143，墨氏豆卷。不惜撰人所写抄本医学耕耘记，再有墨氏豆卷能解表平喘、发汗退烧、红动一时，对轻度感冒、可寒出身凉、肩条支气管哮喘，实际就是过桥麻黄的心素。炮制方法，先煎一盆麻黄、紫苏水，将黑大豆放入其中，生芽取出，即黑豆芽，在室内阴干，成蜷曲状，当麻黄应用。因上层官僚、白领人物恐惧麻黄力猛，导致亡羊，身体衰颓，视之如虎，于屠湖奈何中，用心良苦，设计这一办法。老朽曾仿照泡过此芽，有一定作用，宜于弱不禁风、不耐药力者，若同麻黄相比，则属小巫，十分逊色，故邯郸学步，北方极少。需要注意，和金匮要略属于丸收入的大豆黄卷失质各异。144，九母入药，去有麸皮、赤小豆、杏仁、青蒿、辣料、苍耳草经过发酵制成，金匮要略属于丸收入为药，原名九母，习称六神曲。因添加其他药物，上有半夏曲、沉香曲、泛制曲、彩云曲多种，与红曲不同。六神曲甘温，健脾开胃，祛湿破滞，助力消化，治呕吐、腹内胀满、水谷吸收不良。与麦芽、山楂、槟榔炒炭应用，即交四仙。老朽家传经验，常和干姜、橘红、砂仁配伍，调理小儿纳呆、偏食、无饥饿感，很见疗效。1954年诊18岁男童，食谱单纯，营养状况低下，面黄肌瘦，形体不长，且大脑反应迟钝，有弱智现象，当时就给以此方，忌砂仁60克，老干姜60克，橘红60克，神曲200克，加冰糖100克，碾末水饭盛完，每回5克，日服3次。吃完一料，症情便有好转，食欲明显改善，继续未停，除精神痴呆进步缓慢，终于治愈。145，临床药物应用出神入化。岐黄医学博大精深，非掌握术，巧二字难以大显身手，取得腹背力疗之效。现代后起之秀，皆为学校培养，和传统游师带徒者不同，有理论，能写作，知识面比较系统，但缺乏技术，很少灵巧，乃不足所在。如《伤寒论》灵桂树甘汤治水饮，临床应用不局限四味药物，关键是配伍、加减、投量。眩晕严重，速降水胁，要突出茯苓，超过白术一倍，桂枝两倍。血压偏低，减桂枝一半，加柴胡3到6克，黄芪6到10克。血压升高，加桂枝一倍。疗力不佳，根据金匮要略加泽泻15到30克。煮法亦需考究，方中含有泽泻，血压稳定，只煮10到15分钟。超过正常值，要煮30到40分钟，才能达至施治标准，恰到好处。既往许多名家经验丰富，原对这些方面存在忽略，结果功败垂成。故人们一再呼吁中药神秘，具多项性，应加强探讨，深入分析，细心观察，了解实践，方可揭开面纱，总结科学的奥妙。1980年遇一高血压患者，头眩眼黑，医院诊为脑供血不足，吃西药过敏，为老朽调理。浅睡一醒，夜卧梦多，舌苔白滑，脉象沉弦，即给予灵桂树甘汤加泽泻。忌茯苓30克，桂枝20克，白术20克，甘草10克，泽泻30克，恐利尿导致肠燥便秘，添入麻子仁15克。饮后血压、眩晕减不足言依然如前，
主其先主则歇二十分钟，再放他药。出乎意料，血压下降，症情缓解，继父六气转愈。说明泽泻酒煎对降血压起决定作用。146，长积痉挛用大建中汤。刘一黄翁闯荡江湖，纵横驰骋数十年，既有不少医疗经验，自称山门外野僧，虽掌握歪瓜裂枣济世，却不求人知。他对仲景先师学说熟烂胸中，曾言金匮要略大建中汤治腹痛上冲脾气，初见有头阻，不可触进，并非皆因蛔虫活动，亦有为肠的痉挛所致。此方属焦、人参、干姜、焦夷，能益气温中，缓急止痛，属焦属缺会药物。然其麻醉止痛作用也具榜首，如置入治疗蛔虫并专品圈子，就扼杀了大建中汤的施治范围。1950年老朽诊一青春女子，月经过后猝然神阙剧烈疼痛，大声呼叫，由于瘦弱，腹部皮肤出现凹凸不平，当时怀疑胆道蛔虫，准备手术并加拒绝，希望吃中药试之。即授予属焦20克、人参10克、干姜20克、焦夷60毫升，冲饮了一剂，痛止。化验大便未见虫卵，说明先生见解从阅历而来。147，泽泻汤治眩晕。明初景州医家魏宝安和张秋里清照字以安，历成心系及字有安，同有安字，自称医院三安。认为伤寒论传闻很多，鱼龙混杂。明代召开美家客复送灵异教本亦非正胡，心无旁骛干事业，只有选择应用，不宜视为全部归臬。他说金匮要略泽泻汤，头泽泻五两，白术二两，一痰饮头目眩晕，用量不妥可带来三大弊端：一是大便干燥难解，二是血压下降乏力加重病情，三是尿多久服伤阴身体消瘦，损害肾功能，等于落井下石，摧残生机，颇有道理，值得考虑。1962年劳修诊一肥胖男子，内停水胁，已排除颈椎病，血压、血脂、血糖均处正常范围，头眩，眼冒金花，不敢出门。医院委无调理，就以此汤与之，即泽泻40克，白术20克，加入半夏10克。药后情况加剧，起立则天旋地转，走路左右摇摆，怀疑泽泻降血压作用，将其减去一半，同白术相等。每日一剂，继续饮下，不良反应消失，说明潜量不当，影响大局，经验不足，导致了失效。深叹夜医之难。148，救阳三方应以附子为主。伤寒论从命名剂量看，四逆汤以甘草补中益气为君，通脉四逆汤以干姜温里驱寒为君，白通汤以葱白通阳退阴为君，属于不同处。然实践应用都奉生附子为君，并非按图索骥，照书本一样画葫芦，将甘草、干姜、葱白列为二等药物，称臣、佐、使，重点放在心阳上。忽视这个问题，就会走向头尾倒置，舍本逐末了。家父常说，只要突出助阳、补火，汲取附子领先，虽有其他，均可居后。老朽临床从事岐黄活动数十年，即以此作为准绳。干姜附子汤其用不广，一般不圈入三方之内。149，干姜非守而不走药。既往医林前辈常将中药分为守而不走、走而不守、止静止、动力两种。通过观察，中药多数皆属动力药物，服后能激发人体气机，促进血液流注、津液化生，提高健康状况，改善疾病威胁，非直接补充气血、津液。四逆汤的干姜也是取其心热，辅助生附子振兴阳气，发挥动力学作用，强化功能活动，与守而不走的概念截然不同。干姜系生姜的干燥品，民间调治普通风寒感冒，以生姜切碎加红糖煮水饮之，身出小汗而愈，充分说明有解表作用，乃走而不守者。尽管它对流行性感冒无效，但走而不守的动态表现可以肯定，因此把干姜视为四逆汤的守而不走药，应当彻底纠正。150，生附子回阳举例。临床观察，凡阳虚常有出汗畏寒，手足逆冷，下利清骨，脉象沉微，阴盛阳衰，命门火无力蒸腾，应投附子、干姜、肉桂、五茱萸。阴虚五心烦热，身如火烤，脉数而细，体温不高或处于低烧状态，阳旺阴亏，宜给生地黄、麦冬、山茱萸、
白芍、女贞子、龟板胶。老朽多年实践，发现亡羊疾患并非皆由大旱而来，误下酒泻亦可发生。在阴液尚未俱伤情况下，以碗托回阳为首务，吃伤寒论四逆汤、白通汤、干姜附子汤，重者通脉四逆汤，吐出生附子，让其结足先登。泡附子、熟附子、但附子都不要用，力薄难以晴天。1956年在德州诊一同道，平素体弱，风吹欲倒，因便秘饮通常药物损及元阳，手足冰冷，全卧嗜睡，出汗，腹痛，脉微暗之无根。经协商取得同意，开了泡附子20克、干姜10克、人参10克、吴茱萸10克、甘草10克，每日一剂，缠连三日，没见转化。乃将泡附子改为生附子，增至30克，先煎90分钟，即服6帖，症情极简，终于阳振而安。附子生熟，至关重要，治疗此案则一目了然。151，大承气汤疗胃症。伤寒论大承气汤有止咳、厚朴、大黄、原明粉组成，一热入阳明胃加湿形成的腐蚀症，以潮热、沾雨、手足摇摇汗出、腹满胀痛、便秘为主，严重者毒雨如见鬼状，寻医摸床，目中不了了，直视，属火邪弥漫，炽盛，阴亏液结，病情微堵，可即下降温救阴，壮水之主以治阳光。方内大黄为君，原明粉附之，二味用量平衡，共享秋色。虽然久未更衣，只要燥屎还没过多凝聚，原明粉不宜超越大黄，否则随着水谷外出，会丧失一些营养，衰竭而亡。1974年于济南遇一患者，高烧，频频冒汗，烦躁，八日未解大便，腹中积有燥结，吃白虎汤两剂无效，表现目视不了了，经不和，不认亲人。医院邀请会诊，异口同声给予大承气汤，乃开大黄15克、止咳15克、厚朴15克、原明粉15克，水煎，分三次服。饮后排掉干粪十余枚，神志清醒，又用一帖，胁退人安。大黄、原明粉的作用起了主导作用，的确可观。152，活用经方不失疗效。伤寒论经王书和整理传抄过程，带来不少误书、错写、注入正文。六经病条文存在寒热错达，矛盾不相衔接。学习时应抓精神实质，切忌死守信条，随文敷衍，害己及人。如表热里寒的白虎汤，无有大黄的大柴虎汤，少阴只见四逆便头四逆散，都要注意修正。老朽临床继承先师耕读山人遗训，从无字处着眼，全面观察，打进书本，再跳出局限圈子，才能得到真谛，属治学态度，亦是扩大经方应用的必由之路。1950年诊一贫困老妇，自汗心悸，遇风冷身颤发抖，脉象沉微，活动无力，形体极度虚弱，按施治规律宜吃人参、附子，然药店拒绝埋单，仅开了四逆汤，寄生附子20克，先煎一小时，干姜10克，甘草10克，外加黄芪30克，桂枝15克，水煎，分三次服，熟知一帖即效，说明灵活辩证，增减运用伤寒论处方，功力未失逊色，也够得上发展与补充。153，重施长沙太守与伤寒论续质疑。长记先师为东汉末南阳人，指当时南阳郡襄樊一带，包括其家乡邓州穰东镇，曾拜同郡张白祖为师，得道嫡传。甘宗伯明一路所言官至长沙太守，缺乏史料可考，后汉书三国志以及野史均没记载。东汉中平四年187，富阳孙坚为长沙太守。初平三年192，袁术让苏代领长沙。建安三年198，长沙太守张宪鼓动零陵、贵阳二郡脱离刘表，宪死，子翼继任。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建刘巴张纳长沙、零陵、贵阳三郡。刘备征江南四郡，有武陵，长沙太守韩玄祥。赤壁战后第二年209，被领荆州牧，令廖立做长沙太守。建安二十年215，孙权夺取长沙、贵阳、零陵，太守一官皆东吴伟立。姬和仲景之名未到其中。师贤郭相生、张山雷一线及姬子，根据不够充分。伤寒论序言亦有问题，因光武帝刘秀，必会改秀为貌，文内含有才秀之字。东汉大疫流行，建安二十二年比较严重。曹植说义气，为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好奇之哀，或合门而异。
或腹足而衰，并非在建安近年以来尤为时人，时间不符。而且提及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也未见到引用内容。由此类推，恐系后人伪作。但全篇悲天悯世，批评静朱荣视为名利事物，职业草率，相对思绪变处方药，强调救死扶伤，则使人起敬。习惯常说大论397法，有的版本超过该数，约400条。113方，少与余粮丸，实际112首方。老朽临床同金匮要略会合一集，最有运用价值者，局限于100个左右方子。154，大青龙汤家父子一例。金匮要略25篇，包括40多种疾病，载方260余首，除去与《伤寒论》重复的，共有220多方。临床常用得心应手者约60个。书内收录中风力竭、千金方月碧加术汤，附子和石膏同用，虽属复方，亦很少见，即麻黄、石膏、白术、甘草、生姜、大枣。胃恶风加附子一枚，泡。开创附子、石膏组方的先河。本著尽管非仲景先师原文，却明确二药没有互忌，寒热也于一炉，和干姜、黄连香五具同样意义。老朽陆家门传授，谨小慎微，不倒禁区。经方大家刘冠云提出可以效贫，然是行之人寥若晨星。1970年建议相依处方，乃伤寒论大青龙汤加附子30克，未写生熟，调理外感风寒，恶寒无汗，身体剧痛，卧床不起。据病家延吃了3剂，其症若失，称为神药，既显示功力甚佳，也告诉石膏、附子配合，在需要的情况下，属合理的运用。因此遇到类似失智，切勿盲目指责，以管窥天，不能代表知识、经验、实践。155，白虎汤加大黄。伤寒论阳明未加时的调理，重点清热攻击，在经阶段投白虎汤，入服用大承气汤，属规律性医疗。然给予白虎汤时，亦可加少量大黄帮助泻火，兼通大便，防止燥结，更有实际意义。临床观察，举步先行者并不多见。吴七先生依据凉葛散、刘和坚双解法开过此例，获得意外惊喜，声震一坛。1971年，老朽于兖州遇一流行性高热患者，自言感冒，除现大咳、大汗、大热、大脉，尚有腹中胀满，更衣困难，无及仿照吴氏经验，授予石膏60克、知母30克、甘草10克、粳米60克，加入大黄10克，每日一帖。吃了2日，大便解除2次，体温也随着下降，又服一剂，宣告治愈。石膏同大黄组方，富有价值。156，桂枝汤治关节炎。伤寒论麻黄汤为发汗解表第一方，局限于开鬼门，起腠理，祛风散寒，临床应用范围比桂枝汤小。桂枝汤非又于外感中风，尚有其他广阔疗途，如身体虚弱自汗频仍，胃肠寒热疼痛，皆可与之。老朽常在方内加入麻黄，汗防己，益以人，突出白芍头量，给予风湿性关节炎，很起作用。1957年遇一男子，约50岁，医院诊断风湿性关节炎，双膝关节红肿，行走困难，感觉剧痛，已有8个月时，吻合中医所言和膝风症，曾吃过中西药物，功力不显。当时即授以本汤，即桂枝20克，麻黄10克，独活20克，汉防己15克，白芍60克，薏苡仁60克，生姜15片，水煎，分3次服，每日一剂。10天后病情大减，将量压缩一半，又饮15天，基本治愈。157，菌泻药立竿见影。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载处方，品味不多，一般4-7种，精兵攻战，易于掌握，运用恰当，药下如诀。如麻黄汤开凑解表，葛根汤治项背强直，小青龙汤治风寒哮喘，焦艾汤治下血崩漏，小柴胡汤治寒热往来，蛙楼蟹白白酒汤治胸痹闷痛，桂枝茯苓丸治肌瘤囊肿，炙甘草汤治脉结带七弦收缩，都属良方。其他是枣汤、甘遂、大戟、圆花、大枣、大黄甘遂汤、大黄甘遂、阿胶、甘遂半夏汤、半夏、甘遂、白芍、甘草、蜂蜜，驱水、涤饮、降痰，亦有显著作用。因毒性较大，被冷落空门，令人叹息。1970年于心泰诊一行管人员，患结核，兼酒精性肝硬化、胸痛、
咳嗽、痰多、胸腔积液大量腹水、起眼突出、下肢浮肿如柱、脚面隆起、不能穿鞋、放水三次、困顿欲死。身体状况尚可，要求给予菌泻药，经慎重考虑，在健脾益气保本的基础上，先以小剂食之。写了微甘碎15克，炒圆花15克，微大戟15克，研末和匀，每回一克，以人参15克，白术30克，大枣10枚，剥开，煎汤送下。排出大小便少许，嘱咐增加一次，继续勿停，连用四天，胸腹之水减去大半。劝其返归，日吃一次，七天全消。疗效是惊人的，但见好即收，切忌过服。158，理中汤加五茱萸代替附子。《伤寒论》理中汤，金匮要略名人参汤，由人参、白术、干姜、甘草同量组成，补中益气，健脾养胃，对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纳呆、消化不良很起作用。山东先贤黄元玉推荐调理中州，转运四方，输送营养，非他莫属，能实现东原学说，解除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吴七前辈也讲，乃保本药药，虽不生清降浊，却含该意于中，纠正内在虚寒，中气亏损，促进水谷吸收，固肠止泻，堪称圣品。老朽饼家传经验，常投与胃炎、肠炎、宫带群方，一般五剂即效。若寒邪较重，不加附子，改用无茱萸，因温里止痛，稳定肠道，附子之力不占优势，无茱萸一箭三雕，可取而代之，是与中不同的要点。1969年诊一患者，十分羸弱，四肢无力，气喘吁吁，疲惫，试卧，腹中隐痛，无食欲感，大便日行二三次，腰无失智。曾以本汤与之，既白术20克，干姜20克，人参15克，甘草10克，无茱萸15克，日饮一帖，水煎，分三次服，七天便愈。善后把量减半，继续两周而安。159，苓桂甘枣汤加胃治大气下陷。伤寒论，以水饮内停，其下剂，欲作奔豚，开苓桂甘枣汤，根据桂枝加桂汤预防逆气上冲，宜增桂枝头量。亦可加金匮要略缩在里根白皮。近年来经方派面向临床应用不多。老朽家传提升桂枝、甘草、大枣，降下茯苓之量，加人参、黄芪、红景天为君，调理大气下陷，心慌气短，头眩神疲，全身乏力，能强化人体免疫抵抗，修复三力。无论血压高低，只要发生这些情况，就需服之，称其安煎。虽每起用少许生麻、柴胡泡取补中益气汤，同样生效。1980年诊一干部，患精神衰弱，感觉脑海空虚，记忆下降，表露未老先衰，常有痴呆现象，脉象暗之较微。即以此方相授，忌桂枝15克，茯苓10克，黄芪30克，人参15克，红景天30克，甘草10克，大枣20枚，剥开，每日一剂，缠连15天，病状大减，已上班处理公务了。160，论行气通便三方。伤寒论小承气汤，金匮要略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所含药物止咳，厚朴、大黄相同，能行气破结，清热泻下。由于头量不一，失智各异，重点调理胸满、腹胀、便秘，上止咳，中厚朴、下大黄三均分疗。厚朴大黄汤原方，大黄量大，超过小承气汤，泻下之力居三汤之首。因止咳，厚朴均处高位，论行气散结，厚朴三物汤则独占鳌头。二方攻坚驱邪，以悦出小承气汤。临床授予患者，第一要从量上区别应用对象，第二打破惯例，小承气汤并非善以脾、满、燥、食、煎大承气汤影子的专利药。老朽依据重景先师倾向，以通畅肠道为主，开小承气汤，宽胸消满用厚朴大黄汤，解除腹胀给厚朴三物汤。一般是止咳20-50克，厚朴20-50克，大黄10-30克，少则寡效。161，竹叶石膏汤防暑降温。夏季气候炎热，易于伤暑，表现口渴、出汗、尿少、津液匮乏，应益气养阴。民间习俗投生麦汤、人参、麦冬、五味子、碧玉散、滑石、青黛、炙甘草、合梅丸、薄荷、乌梅、蜂蜜，视为时令病适应药药。老朽家训，
主张配合吃《伤寒论》竹叶石膏汤加山楂，能防暑清热、益气养阴，虽非标准，却会发挥明显功力。即石膏15到30克，竹叶石到15克，半夏3到6克，麦冬10到15克，人参6到10克，山楂10到15克，甘草3到6克，粳米20到30克，水煎分3次服，也可当茶用。1955年天旱少雨，炎火流行，酷暑难耐，吴给工厂介绍防暑饮料，即本方煮水去籽，加冰糖制成汽水降温，起了不小的作用。162，桂枝解表。桂枝列入解表队伍，历代存有争议。尤以取气为君的桂枝汤，专门调制中风有汗，令人感到困惑难解。灸诸实际，桂枝自能清开腠理，透发小汗，非真正大气鬼门，与麻黄不同。对此缺乏了解，便会陷入无理雾中。中风恶风，符合传统所言属表邪客居，亦是春暖花开，阳气上升，外界温度变高，身体自发抗病，天人合一形成的必然现象。伤寒论解表特色，发热几乎都用桂枝，乃一大亮点。因中风有汗，恐怕伤阴，故桂枝汤加配白芍，还起敛汗作用。老朽临床多年，始终认知本品温通蒸化，毋庸置疑，就可以外宣发热而言，应称低于麻黄的次等解表药。家父常说，麻黄尽管发汗，若无桂枝行血通脉，也功力有限。转向利水，要看到桂枝在麻黄汤内煮了麻黄三分，二味合作，方见显效。163，石膏大量亦能生涎。仲景先师处方，金匮要略制隔煎之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尖，面色黧黑，其脉抻紧，头目防己汤，有人参、桂枝、木防己。方内开石膏如鸡蛋大12枚，孔为1枚之物，12枚约600克，使人望而却步，数错字无疑。以近代石膏大王张锡纯前贤为例，亦不会蒙冒风险，孔伯华先生也咂舌而退，因而读古人书切忌盲目移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同道陆少波告诉，建议名家调制痰饮咳嗽，胸内灼热，曾授予本汤，大概也考虑石膏量重，减去一半，用了鸡子大6枚。患者心慌、气短、呼吸急促、头上出汗、手足发凉，表现虚脱，送入医院急救才脱离危险。举此一案，即可作为鉴戒，超量石膏无不良反应说，需要纠正。164，厚朴七物汤表里双解。伤寒论虽言先表后里，特殊情况下以内外合治，凡发烧街头桂枝、金匮要略、厚朴七物汤就是例子。发热十日，为了解除腹中胀满，用小承气汤突出厚朴半斤，只可5枚行其破结，和厚朴三物汤相同，为大黄少开1两。区别处，含桂枝2两，甘草3两，生姜5两，大枣10个。对表症尚在，调理营卫，兼攻下内积，很起作用。1970年老朽于曲阜诊疫出师，感冒发汗未愈，转为里石，胸闷鼓长，排出屎气则快，体温 37.5 摄氏度，身上无汗。考虑那些外开，是以本方忌桂枝20克、止咳30克、厚朴30克、大黄10克、甘草6克、生姜10片、大枣10枚，薄开。日饮一剂，连服3天，即见微汗，更衣4次，胀满的现象锐减。又吃2帖，病状消失。警方效好，注意善用，若缺乏桂枝解表的认识，勿与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就治理气外了。165，乌头桂枝汤治风寒是通痹。民国时期已有田茂清，乃仲景先师学说传承人，提出学习伤寒论六经，应由简循繁，由方循证，由药循治，强调三部曲，称三循法。他对感受风寒湿身体疼痛，或风湿、类风湿、肩胛周围炎，常投金匮要略乌头桂枝汤，特点是不加蜂蜜，也不单煎。与他要放在一起同煎，尊乌头、白芍为君，桂枝驱尘，以量大取效，被誉水中的火神也。1947年老朽建起一手处方，调理烟草巨伤，高尿酸痛风，发作时手足关节剧烈疼痛，呼叫无法忍受。曾说风寒湿邪入内，刺激神经，要一面温化，一面缓解紧张，加重火力驱风才能消除。由桂枝30克、白芍60克、乌头45克、鲜煎2小时、甘草20克、生姜15片、大枣10枚，薄开，每日一剂，分3次服。5天后症状急减，方位更易，又忌用2周，基本恢复健康。
不言而喻，桂枝、白芍、乌头三类起了重要作用。1958年吴语济南诊一妇女，下肢患风湿性关节炎，走路疼痛，步履极艰，仿照此意，就一本汤与之，将量压缩一半，连吃一个月，便病去而安，卤出可供参考。166，亦以附子败将散治带下。金匮要略亦以附子败将散和大黄牡丹皮汤调理阑尾炎，共称两大名方。亦以附子败将散专一化脓性，乃其区别。伤寒家刘冠云先生将亦以附子败将散改为汤剂，施治妇科病，无论阴道炎、宫颈炎、盆腔炎，只要分泌物过多，带下如注，大量溢出，就可投用。老朽施发此意，常配苍竹、白果、芡实子。湿热色黄加黄连、黄柏、海金沙，有血性物加小蓟、参三七、鸡冠花，量多贫下不止，通利水道加茯苓、白术、泽泻，一般不用龙骨、牡蛎固涩药。1958年诊一曲艺演员，身形瘦弱，有宫颈糜烂史，患黄柏带下，污浊加臭味，心慌气短，尿少便溏。老朽按书内原方之量比例，嘱咐侍服记忆人60克，败将草30克，泡附子12克，添入益气之品人参10克，山药20克，另加泽泻10克，每日一剂，水煎分三次饮下，32天即愈。167，前阳镇经桂甘龙母汤，加附临床常乳香末药组合，写二目送集，龙骨牡蛎同方，称水陆成响，认为乳为外敷窗口，促进愈合，善化真假，内消慢性炎块肿瘤。龙母镇经前阳，对争冲、惶恐、浅睡多梦，亦见功效。凡白领阶层神经衰弱，心悸，记忆力减退，夜卧数醒，洗头伤寒论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欣赏性味平和，药少而精，无毒性和不良反应，适应范围较广。健脾改善，食欲加潮，神去少许，能冒差精化。生平运用甚多，反馈良好。老朽继承这一经验，1956年诊一大学干部，头痛，心居忐忑，入夜惊恐，卧不成眠，约有8个月时，开了桂枝15克，甘草15克，龙骨30克，牡蛎30克，炒神曲10克，日饮一剂，分三次服，每周停药一天。处方未更，共40余帖，正解获安。168，回味汤治落枕。不知撰者时印本范药归，按水浒好汉把药名改成108个，以人参为及时雨，石膏为玉麒麟，附子为霹雳火，大黄为母夜叉，很有趣味。曾载一方由葛根、麻黄、桂枝组成，专医风寒感冒，向被强直，然来源于伤寒论葛根汤，兼治落枕症。老朽用于临床，有一定效验，若加入白芍，还能令功力提高。而后吴在读书过程中发现拜使炉火炼身制已收入该方，包括白芍一味，言屡试皆爽。1966年老朽在山东省中医院门诊，欲以清洁工人晨起打扫卫生，颈部急剧疼痛，脖子发硬，不可左右摇摆，无外感现象，民间习呼落枕，当时便授以此汤，即葛根30克，麻黄15克，桂枝15克，白芍30克，水煎分三次服，吃了一剂，病况完全消失，药虽四味，疗效却掷地有声。少而精代替大、粗、嫩，是科学研究的方向，已朝着目标走。169，附子量大的反应。南派伤寒家认为学习仲景先施方，需掌握4点：一是从方中求证，二是内容相互比较，找出施治法则；三是根据药物加减，抓住投放规律；四是开量不宜太大，循序渐进，尤其麻黄、柴胡、附子、石膏、大黄、圆明粉绝对慎重。吴常结合家传庭训，胆大心细，笔下留情8个字，于今70余年，感到岐黄即是如履薄冰，不敢稍有疏忽，酿成医疗差错。1960年遇一70岁农民，心力衰竭，下肢水肿，医院诊断病危，转中药调理。老朽开始欲给伤寒论真武汤，因气喘、心慌、便溏、手足发凉，没有启用，改为金匮要略茯苓泽泻汤加附子，即茯苓30克，白术15克，桂枝10克，泽泻15克，甘草3克，生姜6片，生附子30克，先煎2小时，饮后虽见好转，却发生胸热，精神兴奋不安。
反复考虑，可能由于生附子量大所致，将其减至10克，有服二剂，不良现象消失。说明猛性药物贸然大量而进，患者缺乏耐受适应之力，则易引发事端，小心无过，值得遵守。170，白虎竹叶汤夏日消暑。临床所见汗出恶寒，非豆属亡阳，夏季伤暑亦有此症，即金匮要略太阳中热者，耶是也，直属邪，应投白虎加人参汤。伤寒论桂枝加附子的对象不是气阴亏虚，与此完全不同。本病除情况较重，即与生脉散，一般均开人参、生地黄、竹叶、红景天、白芍、石膏、麦冬、知母、冬虫夏草。清火养阴，益气生津，也可单用竹叶石膏汤。家父主张将白虎汤、竹叶石膏汤合于一起，更名白虎竹叶汤。即人参10克，石膏20克，知母10克，竹叶20克，半夏6克，麦冬10克，甘草6克，粳米30克，加冰糖配成饮料。如发烧、口渴、汗出也多，加五味子15到30克，水煎，分三次服，疗力甚佳。1954年诊一患者，因赴天津打工，遭酷暑侵袭，头昏、身热、出汗、尿少、厌食、吸饮冷水、脉数无力，老朽即寿于此方。天入山楂10克，每日一帖，连吃3天，便病去人安。171，继承前人要有创新。岐黄著作汗牛冲动，若不分次第搓取重点，刘伯反曰：虽万宝垂石，缺乏收获，等于浮沉无舟。家父指出，读书破万卷，失于运用，亦属胸浅成竹。族伯父瑞奇公施法伤寒论处方，加减时并非完全按原规律遣药，亦吸收他派经验，增入一二味精华之品，化脓点睛，提升功效。曾见一内热患者，因外感风寒求诊，头痛、口渴、舌红、发热，补处无汗，细成太阳，伏邪形成，开了麻黄汤加石膏、生地黄，解表、清理、凉血综合施治，就伤寒家来说比较少见，每日一剂，连吃3天，正消而愈。家父评论道：配伍稍杂，是受孙思邈千金方的影响，水到渠成，不愧为重古、活用又有创新的代表人物。172，紫苏大仙发汗。因个别人恐麻黄发汗过度，丧失津液，发生亡阳，官僚阶层畏之如虎。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医家煞费苦心，南国赵创过桥麻黄，北方则炮制紫苏大仙。1952年吴在广济堂坐诊时，有两位同道洗头紫苏大仙，凡感冒风寒、发热、恶寒无汗、身形虚弱不耐有力者，都称有效。制作方法密不示人，其实十分简单，用麻黄一斤煮水，浸泡10斤紫苏，二日后捞出阴干，即开紫苏入药。吴曾试用，解表之力超过单开紫苏，精戒防风，属于临床上的怪招。1953年老朽欲以工厂机师外出推销产品，遭受风冷，咬牙抖动，脉紧无汗，如同疟疾发作，知其来自江西，劝吃小量麻黄汤，他表示拒绝，要求用温和非猛药物，避免人随药归。于途呼奈何中给予一手小方，有紫苏大仙10克、柴胡6克、荆芥10克、独活6克、防风10克、生姜6片、葱白3段，水煎，分3次饮下，结果一剂便汗出津津，二帖诸症消失，功力良好，竟越出预料。173，桂枝、石膏合用。桂枝与石膏组方，从伤寒论大青龙汤、金匮要略猪皮大丸、白虎加桂枝汤、小青龙加石膏汤看来司空见惯，而后受温病学派影响，强调以寒医热，以热治寒，各立门户，除左金丸、黄连、吴茱萸、泻心汤、干姜、黄连寒热并用，几乎都另树阵营，冬夏两分，虽然一清二白，却限制了经方的流传。这一物理综合的妙用，正是古圣先贤特色。吴亦曾作茧自缚，从族伯父投小青龙汤加石膏调理哮喘受启发，为了清火降逆气上冲，开桂枝30克、石膏60克，数剂而愈，引起重视，逐渐掌握其出神入化，无不良反应。1957年于山东灵岩寺诊一返俗老僧，因琐事困扰，心烦、呕吐、胸内灼热、体温稍高、脉象弦滑，将竹皮大丸改成水煎，即石膏45克、桂枝15克、
白薇15克，竹茹30克，甘草3克，大枣6枚，剥开，日饮一帖，连用3天。病情消失，告诉效果很好。174，大黄多项用途。大黄清热泻火，习称将军，不止入药疗疾，亦美容做食品色素，无遵照家授在相应处方内加1-3克。其疏通经络，活血利滞，兼为帮助消化，扫荡淤积，催化药物等多项作用，目的推陈至新，并非专为涤肠排出停留粪便。这种应用源于先高祖，到老朽正好五代，据说开始出自先高祖之师无门，属垂直传递，从不公开。投与标准随着体重、年龄、强弱而变，不分男女，孕妇忌用，以误泻下为度，燥邪热结阳明例外。或云高祖曾客居苏州，怀疑为马畜，犹疑新传，但此论说无据查考，实践验证十足宝贵。1969年御医叶桂翁所指久病入络，患者四肢屈伸困难，肌肉关节隐痛不止，已有半年时，医院诊断非风湿症，当时就给予行气活血之品，有红花、香附、木香、桃仁、苏木、赤芍、川芎、柴胡、水蛭，吃了10天未见效果，乃于方中加入大黄2克，以通利为主，主服即用，仍每日一剂，续服2周，情况明显好转。事实证明，大黄的临床功能是经过考验的。175，流感注意清火解毒。民国时代济南老医常以4药，如地、骨皮、母、丹皮、青皮、陈皮、赤、茯苓、芍、白、茯苓、芍、苓芍、生制起草、黄芪、甘草、秦连之薄，虽然精炼，却给饲药人增加了工作量。还有的开八珍汤，写参、苓、树、草、胸、龟、地、芍各3钱10克，在比重上除甘草大都用同等质量，不摆花瓶，无俏皮药，显示地方实际特色。实方杂方约占 80%， 真正伤寒派不足 10%。 业务领先者叶、吴、王体系居多数，经方家很少见到车马蝇纹。刘冠云老先生说，传众师之道，诊者少，无不孕，他们之间团结，突出友谊，能为岐黄事业奋斗。1946年，当传染性感冒流行时，强调属于风热，重视清火解毒，积极拟具处方，由药店配置，奉送患者，收效甚佳。据老朽所知，含有银花、连翘、冠状、板蓝根、白枣修，有名重楼，七叶一枝花，生石膏、黄芩、茵陈蒿、山栀子，每日一剂，水煎，分2次服，一般3天可愈。此后吴也投向临床，予以简化，局限银花、冠状、黄芩、板蓝根、茵陈蒿5味，疗力不减。176，投大黄经验。老朽上承伤寒论，投大黄君后下，或单煎煮沸5分钟兑入他药内，否则降低泻下力量，不宜长期应用，防止产生习惯性便秘。与止咳、厚朴配伍，不仅消除胀满，而且可提升攻坚力。和甘草结合，能减弱泻下作用。调味承气汤就是例子，虽然含有原名粉，扫庭的勇猛，却不如大承气汤。甘草量小，影响不大，超过20克，明显转为败兵。家传经验，大黄树对以水浸泡饮之，通常功力并不理想，水煎5到10分钟最易发挥冲锋陷阵疗能。若同石膏组方，尽管石膏味涩，降下作用不致降低，但动摇体温，加速解除发热时间，乃一个突出的优点。177，月碧加半夏汤治哮喘。伤寒论指出，无论汗后或下后，汗出而喘，投麻杏石甘汤，经方临床家首先考虑它。兼有气逆咳嗽，目如脱状，金匮要略为之肺胀，转开月碧加半夏汤，下降积气与流饮。麻黄量大，虽无杏仁，平喘之力并不低下。由于以平喘为主，咳嗽较轻，不需要干姜、细辛、五味子，故为其用小青龙汤，乃其施治区别。无客观实践，以麻黄、半夏为君，石膏、甘草居辅，生姜、大枣轮到佐，使。1987年诊一支气管哮喘，因感冒风寒急性发作，口干、烦躁，脉象浮数，额头湿润，身上无汗，二目撑胀，眼球外凸，坐着喘息不停。视之研究肺气肿病，遂信手给予本方，即麻黄12克，石膏30克，
半夏12克，甘草6克，生姜10片，大枣10枚，次入橘红10克，水煎，分3次服，连饮5天，症状急减，善后调理一周，病情随着解除，功效可睹。178，厚朴消胀满。腹内胀满含多种因素，主要为气和水液停留，老朽湿法前人，气机为患，应用厚朴、次泽木香、槟榔、水泻引起一头大腹皮，次泽泽泻、猪苓。若脾虚运化无力，均加白术、砂仁。根据《伤寒论》发汗后腹胀满，吃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每剂重点开厚朴20-60克，附药止咳10-20克，是继承族伯父传统的特色。同岭南陈伯谭先生相比，用量超过1/3。家父亦重视此品，由于治疗对象差异，恐伤气损症，以20克化界，功力较慢，征途虽疏，仍可山顶会师，因非大刀阔斧，达不到一锤定音。1980年诊医员工，那呆，消化不良，逢精神刺激，情绪波动，折腹中胀满，感觉膨裂样，二便尚可，无疼痛症状。即曾给予行气散结，如木香、槟榔、香附、柴胡、止咳、青皮、砂仁、神曲、厚朴等，却收效不佳，乃将厚朴加至40克，一路顺风，奇迹便愈，显示了一个快字。179，三阳开泰。据《广济堂道友》讲，民国时期建议相依，洗头热药属典型火神派，调理寒症皆加附子。肉桂、吴茱萸称三阳开泰，用量不大，要求较高。处方写黑附子，后肉桂、浸吴茱萸，与众不同。以附子温经通络，肉桂暖命门火衰，吴茱萸散寒止痛，人称祝融在世。粉末登场戏，重点施治关节炎，不按风湿、类风湿、痛风分型。统一于所给药物中，几乎都有三阳开泰。指出该三味药为动力品，能升降出入，转化人体气机。起蒸汽机作用，抗阳得到鼓舞，寒邪则退。此说可供参考，非临床准绳。1955年老朽遇一半百男子，面容灰黑，尿清便溏，全身无力，恶风怕冷，暮春三月上穿棉衣，感觉疲劳不堪，希望吃大热壮阳药。当时即授予四君子汤加了三阳开泰，济人参15克，白术15克，茯苓6克，甘草6克，炮附子20克，肉桂10克，吴茱萸10克，每日一剂，未有更改，连饮15天，病情明显好转，逐减半误辍，共一个月竟换了面貌，以上班工作。180，麻黄桂枝细辛附子配伍。老朽借用金匮要略一水气的桂枝去芍药加麻黄附子细辛汤，调理感冒风寒无汗，身痛兼有气不得下行，哮喘，以桂枝降冲，麻黄开肺，细辛通散，附子大热助阳疗痛，凡哮喘重用麻黄10-15克，细辛6-10克，肌肉关节疼痛突出附子20-30克，麻黄10-15克，桂枝15-20克，生姜10-15片，附子开泡者生熟不宜入药。若身痛严重，把附子改写乌头，提高功力。实践表明，汤内麻黄、桂枝、细辛、附子都属动量之品，切莫随意抛掉。南派伤寒家由于所投量少，效果不显，非作用低下，防止侍奉危机，令良方蒙上阴影。1972年诊一农民，风寒袭击，脉紧乏汗，身体酸楚，痛如胀打，无哮喘症状，即取此汤与之。即麻黄15克，泡附子30克，先煎1小时，桂枝15克，细辛10克，甘草6克，生姜15片，大枣10枚，剥开，水煎，分3次饮下，连服3剂，症状逐渐消失。深刻体会到经方效如伏骨，技巧在用量上，量的多少决定成败，故人们常说用量是扶正驱邪的关键。181，泽泻降血压减肥。泽泻入药由来已久，伤寒论五苓散、金匮要略泽泻汤就用其组方，老朽临床常从五个方面应用，一是利湿消肿，二是降低血压血糖，三是消除阴囊出汗，四是医头目眩晕，五是内消脂肪减肥。驾船经验，凡体重超标、血压、血脂升高、头眩可作为主药。根据神农本草经所言，轻身能行水上，同合手乌虎杖配伍，给予肥胖患者，效力甚佳。
1980年寓意商界巨子，身形矮小，体重超过100公斤，血压、血糖、血脂居高不下。近来头晕，感觉天旋地转，影响出门业务活动。当时急受于本品加味，水饭为丸，每回食客口服三次，连吃两个月，体重降下15公斤，客观指标基本恢复正常。含有何首乌400克、泽泻800克、天麻200克、虎杖300克、山楂200克、槐花100克、大黄50克。嘱咐少吃肥肉、动物内脏、海产贝类，强化锻炼。不行，少坐办公室，喝绿茶，戒烟酒、甜食。182，当归芍药散。金匮要略指出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属于调理水邪基本准则，后世洗头五苓散、月碧加术汤。对急性肾炎颜面浮肿、眼睑如卧蚕、肝硬化腹水肚脐外凸、心力衰竭足部膨大似脱状、上下分离疗法皆起作用，但不适于贫血性水肿。只有当归芍药散攻补双湿才可解除。日本经方派认为是一张王牌，攻冠群方。它的特点有二，既能滋阴养血，改善体虚，补中泄血。还在治标方面，白术、茯苓、泽泻三药同用，驱水仅占小屋，并不伤正，乃一大特色。忽视这个问题，就等于了解半报，从事局限应用。1975年玉一矿产业干部，曾诊为缺铁性及营养缺乏性贫血，口唇色淡，面容苍白，神疲体倦，失卧欲眠，脉象沉细。由其妻陪着来山东医学院求援。当时即以此散作汤与之，即当归10克、川芎10克、白芍10克、白术15克、茯苓20克、泽泻10克，加大腹皮6克，水煎。分三次服，日饮一剂。连吃10天，情况递减，身上水肿消退，为食欲低下。增入炒山楂6克、炒神曲6克，又继续两周，终于治愈。后用铁锅、铁勺子、铁铲子做饭，强化膳食营养，防止复发。183，茵陈蒿汤治精神病。《伤寒论》所载茵陈蒿汤，原医湿热黄疸，很少涉及其他疗途。吴少时曾见一经方名家出现内火郁结，口渴、舌红、胸闷、烦躁，夜不成眠，只要大便不溏，无论体温升高与否，洗头此方。据《神农本草经》寒热邪气急剧上，中下三焦，排除小承气汤是应症，就宜用之。也可给予躁狂型精神分裂，抓住欲火表现病状，大量派遣，能饮下得安。三味药临床遵照需要自定君臣，区别将帅。若感觉拘急、胁痛、背胀，多开茵陈蒿；烦躁、入睡困难，增加山栀子；肠道不畅，重用大黄。平均量15-30克。大黄已少，出现狂闹，则同茵陈蒿、山栀子相等，属传统秘诀。1966年诊一大学研究生，精神失常休学，呈周期性发作，幻视，躁扰不宁，大便秘结，数日一行，脉象弦滑。老朽访其意而与之，即茵陈蒿30克、山栀子30克、大黄30克，加了玄明粉10克，日服一剂，分三次用。方位损益，连喝4天，更衣7次，火邪下降，情况锐减，呼呼沉睡，逐步好转。说明此汤移植却有效果。184，八味丸一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炎易发生尿路病变、通行障碍，老年人转为增生肥大，表现为尿等待、排出困难、尿后淋漓，二者不同。凡增生、肥大，切勿侧重活血化瘀、单纯消炎，应考虑益肾阴阳双补，施法金匮要略续劳腰痛，小腹拘急，小便不利。头八味丸又名肾气丸，崔氏八味丸及六味地黄丸加桂枝、附子。原方开甘地黄，与后世改熟地黄有别，其比重为甘地黄800克、山茱萸400克、山药400克、茯苓300克、泽泻300克、桂枝100克、泡附子100克、牡丹皮300克，炼蜜喝完，长期口服无不良反应。山东地区常以此为基础，形成传统医疗方。1971年寓意花甲干部，腹胀，小便难下，尿后又有滴出，且不断失禁，湿透裤子，已延续两年。主其专吃八味丸试之，三个月期限，结果功力很佳，竟然水到渠成，基本治愈。185，三益汤临床。金匮要略涉肝麻黄汤偏于气逆咳嗽，厚朴麻黄汤着重内热治喘，
泽气汤清利行水祛痰，乃其不同点。若哮喘、咳嗽、痰涎上涌，则三汤汇合一起，组成新方，敛菌破壁。即麻黄十克，射干十克，紫菀十克，款冬花十克，半夏十克，泽漆十五克，细辛六克，五味子十克，厚朴十克，杏仁十克，白钱十克，甘草六克，生姜十片，加制皂荚十克，对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间质性肺炎都很适宜。老朽命名三益汤，比王牌小青龙汤、灵丹姜味辛下仁汤能过之而无不及。家传经验，除病情需要，一般不损其中的人参、石膏、桂枝、小麦、恐寒、热、补烂鱼充数、反天障碍。1954年诊疫支气管炎、哮喘、咳嗽、吐稀薄白痰，日夜不停，倚墙而坐，仰卧则呼吸困难，脉象弦滑，喉内痰鸣。为老朽调治，便取三益汤相授，每日一帖，连饮五日，诸症稀减，将量压缩三分之一，又服五剂即愈，疗力显著可观。186，雪莲花治风湿身痛。雪莲花属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主产新疆、青海、云南、西藏高山上，性温味苦，能温里驱寒，壮阳止痛。重点调理阳痿、腰痛腿软、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腰椎间盘突出，近年来药伤已治愈大热、温经、镇痛药物同组一方。湿治风湿性关节炎有一定效果。老朽亦曾根据金匮要略加入本品，给予风寒湿导致的多种痹症，全身肌肉、关节疼痛均可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1971年建议类风湿关节病，剧痛难忍，骨骼变形，求医三年，竹篮提水一场空。吴卫奇拟了一手处方，疗效如何？胸无成竹，嘱咐长期试之，半年为戒。有治乌头300克，雪莲花200克，治草乌100克，肉桂100克，治乳香100克，炒墨药100克，鬼见鱼100克，两头煎100克，鹿蜂房100克，白芷100克，孔阳热伤阴加了白芍400克，碾末水饭盛丸，每次10克，日服三次。出乎所想，仅吃一料，疼痛大减，已经上班工作。雪莲花的作用，大助一臂之力，立了战功。187，藏皂治泽。金匮要略妇人藏皂，喜悲伤欲哭，像如神灵所作，与癔症相似，然非歇斯底里的发作。临床所见常和精神抑郁、情志不畅有关。严重时发生胁哭、和睦欲眠、魂魄忘形、精神离散。因属虚性疾患，不宜列入精神分裂范畴，按实证论治，给予泻火、公痰、菌下。习俗用品半夏区、胆南星、止咳、石菖蒲、青黛、橘红、竹沥、远志、玄附花、天竺黄、金柏、铁络、木香、甘悚，易发良效。诏书中可开甘麦大枣汤加柴胡行气解郁、龙骨、牡蛎镇静潜阳，亦或功力。1964年于济南诊疫患者，沉思不语，数欠身，逢人发笑，然后啼哭，行为异常，饮食较少，无烦躁现象，打哈欠则输，曾吃泻下剂，卧床困顿不起，病况依然如故。当时就授予甘草30克、小麦60克、大枣30枚，剥开，柴胡10克、龙骨60克、牡蛎60克，水煎，分三次用，连饮七天。机制转化，幻想，似睡附身，逐渐消失。因大便不畅，添入麻子仁15克，又服一周，基本治愈。188，胆囊炎不宁于柴胡汤原方。胆囊炎为消化系统疾患， B 超显示胆囊壁厚，毛糙，亚急性胆囊炎常见恶心，厌食，胸中痞满，有胁下不舒，上腹部胀痛。警方加洗头大柴胡汤，梳理肝胆，行气散结，通导胃肠，解脱内在炎便。小柴胡汤的功能就比较逊色，除柴胡15-30克领先推为主要，黄芩、止咳、大黄亦是辅助重点。老朽上加入茵陈蒿、山栀子提升清热降火作用，其他大量蒲公英、鸡骨草引进参战，有益无弊，可借花献佛，得到速决。应当突出辩证施治，不宜局限，套用消炎、驱毒等西医运用中药的观点，为抗菌泻火论，脱离全面疗法，盲目不随而趋。1970年遇一患者，不知表现上述症状，还有吐苦水、胃脘堵塞感、大便2-3日一行，吾即以大柴胡汤加减与之。
即柴胡25克，止咳20克，大黄15克，虎杖15克，白芍20克，茵陈蒿20克，山栀子15克，大青叶20克，鸡骨草20克。水煎分三次服，每日一剂，连饮四天，胁退人安，未载忌用。此案柴胡量大是特点，以柴胡、大黄、大青叶为核心，也属克敌制胜的关键。若墨守成方，不吸收后来者的经验，画地为牢，则成绩难言。先服庭训，尸骨而不泥骨，才能传承发展岐黄遗产。189赤丸的应用。金匮要略调理寒气厥逆头赤丸，是制药丸滚朱砂唯一的先驱。寄生糖用于阴寒内聚，手足发冷，关节疼痛，将反药半夏山去改成肉桂，颇有拙见，称新创仲景赤丸。指出寒邪停于经络，影响气血循环，加肉桂十分适宜。因非取其回阳，乌头泡后灭毒，并不降低功效，吻合医圣心法。战热以逐寒，心开郁阻，活血通梗12个字。茯苓利水渗湿，部署冬过先生亦有作用，比原方配伍超过一筹，发展创新含义在此。1963年诊一印刷工人，双手冰凉，屈握疼痛，病史半年，曾热运针灸浸泡吃药，反馈不佳，转老朽试制，即授予泡乌头400克，肉桂200克，细心100克，茯苓300克，恐伤胃呕恶，食欲低下，加入神曲100克。年末水饭为丸，没挂朱砂红衣，每回10克，日服3次。开始稍有不舒，一周适应，用完一药，症后减去大半，可劳动工作了。190胸痹用枳实泻白桂枝汤。也是耕读山人治胸痹气短难卧，疼痛放射到肩背，不投瓜蒌泻白白酒汤，瓜蒌泻白半夏汤，常开枳实泻白桂枝汤。指出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不同，老朽临床观察，心电图无宫血不足缺氧现象，应按气痰血停机阻塞调理，丹参川芎葛根扩张动脉血管，增加血流量，或照结胸及与小线胸汤，都法针对性。吴上承此意，从实证继续运用该方，加入郁金，收效很佳。如认为体虚邪强，最宜误人，在头量上要为瓜蒌泻白为君，止咳厚朴次之，郁金桂枝虚三，定消折止，不宜多服，保护元气，避免伤症。1962年在济南遇一驻军男子，以胸内发堵胀满钝痛为主，即授予本汤，即瓜蒌40克，止咳20克，泻白30克，厚朴20克，桂枝15克，郁金15克，日饮一剂，分三次服，连吃四天，情况好转，几乎完全解除，把药减半，有服无体而愈。记录此例，提醒司业人员要认真掌握不通则痛，通可止痛乃世间秘诀，随症勿忽。191封住火力，火借风为疗法。玄武派洗头水润，祝融一家善于火攻，后者类似赤壁战争，或陆逊火烧连营案，有缠连性，因嗜好热药，被称为火神派，将阴寒之邪逼进白帝城，但与现在单纯专开附子回阳者不同。吴少时建议大师年近90，阅历多，经验丰富，处方特色除大量浅用辛热，上配入风药，如荆芥、苏叶、麻黄、桂枝、生麻、洗心、独活、柴胡、防风。施法结骨老人强调风力煽动推行，即所谓为风可道，火借风势才能发挥热为风，火汇合建立奇功。据说给予附子干姜、吴茱萸、肉桂、乌头、蜀椒、天雄、硫磺，必成结时皆加风药，重点为细心、独活、桂枝、荆芥、防风，颂扬提高疗力，染坊其道而行者甚少。1970年老朽于曲阜御医大学教师，阴盛阳衰，恶寒怕冷，身上很少出汗，脉沉无力，经常腹内隐痛，夏季仍戴帽子，要求吃大热之品，遂开了泡附子30克，鲜煎一小时，干姜20克，甘草15克，吴茱萸10克，肉桂8克，连饮7天，告诉未见功效。忽然一剂加风药去世，乃添入小量细心6克，独活3克，防风3克，劝其忌服，共20剂，日渐好转，症退明显，忌用未停。其子患梅尼埃病来诊，询问病况，其父已化剂转降。无庸讳言，风药却起一定作用，值得发掘研究。
192，焦四仙加味消胀，发汗、泻下后，感觉腹内胀满，与脾虚胃弱有关，其见于消化不良，气体滞留不能及时下行，形成骨肠，应在补中益气基础上留利气机，疏导郁阻，从肛门排出。经方家洗用之际，首选伤寒论、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明初杂方派起秋桐先生病而不取，改开焦四仙加人参、生姜、大附皮，功力亦表现上乘，称生姜大附四仙汤。两方对比，去胀相弱，在化湿消积方面，后者居优。1957年于山东中医进修学校诊一妇女，嗳气、打嗝、吃饱肚子隆起、胀难忍，投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收效未显，乃转移此方调之，即焦神曲15克，焦山楂15克，焦麦芽15克，焦槟榔15克，人参15克，生姜10片，大附皮10克，加了带着石30克，玄附花15克，大黄1克，水煎，分三次服，每日一剂，六天成绩斐然，症状逐步解除。老朽意见，二方宜双凤同营，各用其长，才能允之绝中。193，关于桂枝解表。学习前人著述，应注意时代背景、客观局限，不能随想越淡止评。《伤寒论》属狭义经方书，和唐代以前所有临床广义处方的概念各异，因在校刊翻译过程中杂入一些错误内容，并不代表原貌，完全可以谅解。若归咎王叔和或醉及北宋林毅，则有失大雅风范，认为太阳病乃外邪出侵，虚投麻黄汤。桂枝汤与加减方占偏内大半，脱离实际，且中风有汗，客邪仍在，令人困惑。发热均加桂枝，开鬼门还是清理，也够迷困。类似问题值得探讨，但不能抓出一端，否认其余。老朽发现桂枝虽能清起腠理，列解表药，助麻黄发汗，单用开鬼门功力不足，表热取气温通活血，微微出汗，降下体温，非真正明显发汗者。从大论反饮麻黄汤，余邪尚有残存，不再吃麻黄汤而给桂枝汤加减，就会茅塞顿开。1952年诊一风寒感冒患者，头痛、鼻塞、恶寒、无汗，乃麻黄汤是应症，饮了两剂，汗出表解，为流涕，低烧未退。此时亦即桂枝汤为麻黄汤的更续，即授予桂枝汤，即桂枝15克，白芍10克，甘草6克，生姜6片，大枣10枚，薄开，孔宣散障碍，减了白芍之量。熟知一剂奏效，达到接替的要求。194，传承古意，吸收新知。清末江南派伤寒家，除浅药量小，尚有三个基点：一是投治过的附子，如炮附子、熟附子；二是麻黄、桂枝临床很少应用；三是受温病学派影响，对柴胡、葛根、生麻比较慎重，疏远荆芥、紫苏、细辛、羌活各种风药。其他巴豆、草乌、圆花、大戟、萌虫、商鹿、马钱子几乎不登处方，习见于三吴地区。虽然广东陈伯潭、上海诸位局、云南吴佩衡开大量附子，称近代先河，并不代表南国仲景传人的特色。他们另一与众不同处，一染叶桂学说风采，非完全施法《伤寒论》金匮要略方，配有十方药，属一大进步。桂枝拼盘，首属两端。老朽意见，这种现象未失系统性，显示了学术的发展应视为日新月异，科学的与时俱进，墨守成规等于裹足不前，束缚了古为今用、继承创新的思想。1958年老朽诊一少阳症患者，男性，心烦喜呕，胸胁脾满，往来寒热，脉象较弦，曾给予小柴胡汤，饮后功效不显。吾将人参减去，添入孟河体系常用的竹茹、连翘、茵陈蒿三味，四季便愈。不难看出，胸存城府，缺乏有机变化，反而使岐黄事业受到蒙尘。大朴先生评论说，经方派能了解、掌握伤寒论以外，非书本所载与之有关内容、实践运用的知识，才是真正的伤寒专家，否则只算伤寒学者。195，石膏不宜碾末吞服。河北张锡纯前辈洗头石膏，因非典型养阴水仙，人称白虎派，不开制品，善用生药，虽乳香，末药亦不促止，去油同他药配伍，很少感到胃中欠是独具特色。久旱多虚脱，对附子敬而远之，恐抱阳生阴，以山茱萸为主，给予30到60克，有时加入人参，与水内温化助阳。
从而达到阴平阳秘、救死扶危的效果。老朽与先生弟子素有交往，了解其医术独树一帜，曾仿照他的经验应用石膏，高烧则给30到90克，均饮煎剂，由于属软湿矿物，不碾末强咽，防止沉积胃肠造成不舒。1954年诊一胃火发作的20岁学生，考虑不周，授予石膏20克，盐粉分3次吞下，结果产生腹胀、下坠、隐痛，吃了一次即停，而后再为重蹈覆辙。事实证明，石膏不宜单独口服。196，使方不宜低估。温病学派认为《伤寒论》不包括温病，虽有一条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乃提出与伤寒、温病的鉴别，未有治则，亦没序文。书中白虎汤、葛根芩连汤、3承气汤尽管能用于温病，然非标准系列处方。若拘逆借六经辩证，三阴偏久无用武之地。所以叶桂、吴鞠通令脾息静，制定三焦、胃气营血纵横疗法。或曰胃为太阳，气可吻合阳明，而营却同和对等，令人语塞。这一质疑却属问题，所以处理分道扬镳。老朽因族伯父、师门新传列入伤寒派系统继承者，道不同不相为谋，仍以六经观点施治热性疾患。实际亦接受了叶、吴学说的思潮，移植到脑海之中，不止调理流行性热病，杂病方面也被熏陶，故刻印自命杂方小医家。数十年刀归生涯，不在经方圈子活动，孤芳独赏，局限知识范围。1975年诊一传染性发热病患者，医院印象伤寒、头痛、纳呆、舌苔黄厚腻，身体沉重，汗出似有如无，尿少，大便日行一次。曾于《伤寒论》寻求方药，却无相应者，转走了叶氏门墙，给予桑叶20克、连翘15克、石膏30克、青蒿15克、黄芩15克、神曲10克、白豆蔻10克、淡竹叶15克，日进一剂，分3次用，连服4天，胁退而愈。十方的作用不宜低估。197，向强家附子，金匮要略调理静病，向被强止，石斜头、葛根、虚症用天花粉，阳气不足加附子、竹叶石膏汤就是治理。后世因天花粉为瓜蒌根，恐与附子相反，很少同组一方，遂摒弃附子，降低了作用，从竹叶汤复研景象强，用大附子一枚，便可说明其重要性。吴七先生继承师门选药，含有技巧，实际常出自书内复研，颈部不舒，向被强直，无论外邪刺激还是扭伤，都喜加入泡附子，形成亮点。其黄介忽视此事，认为天外来者，纯系读书不求甚简而治。1981年老朽于济宁诊一企业经理，晨间遭受风寒，脖子发硬，强直，摇摆疼痛，有冒脉象显紧，身上无汗。当时即授予葛根20克、麻黄10克、桂枝10克、生姜6片、大枣10枚，剥开。饮后感觉未见功效，乃增入泡附子20克，先煎1小时，连服3剂，竟病情锐减。无疑，附子起了温经、驱寒、通阳、解痉之力，尘封中得到勾陈。198，桂枝加桂汤以改肉桂。吴从事岐黄工作，常投经方药物，重点为《伤寒论》金匮要略收入者。以桂枝为例，一是辛温解表，助麻黄发汗，如麻黄汤；二是活血通络，助当归行血，如当归四逆汤；三是驱瘀消症，助桃仁攻除子宫肌瘤，如桂枝茯苓丸；四是治逆气上冲，用大量降奔豚窜动，如桂枝加桂汤。它的应用在二书中仅次于甘草，处方70余首，取其调理营卫解表者约占一半，临床上能起到通、散、沉、化4项作用，降血压、利小便均居于中。药物选择都开桂树嫩枝，含有木心和树干厚皮肉桂不同。奔豚症的桂枝加桂汤是增桂枝之量，非添加肉桂，当时无桂皮名称，与桂枝加芍药汤属一个概念。老朽临床数十年，对奔豚症施治甚少，发现给予桂枝汤加桂枝功力不及肉桂，因桂的作用在皮而非木心，尽管此汤加了桂枝重量，仍含木心，强化提高疗效，改加肉桂为宜。以实际应用化骨为心，才可发黄前人遗产。199，附子驱寒之量超过回阳。金匮要略大黄附子汤，调理寒热互结，其中泡附子3枚，
超出四逆汤头量，为仲景先师开父子之罪，后世感到惊愕。在同道心目中，只有回阳才会超过正常范围，况四逆汤仅用一枚，而本方拔高两倍，令人十分困惑。殊不知温里战绝对比重，就可就须浮脱，以包括回阳在内，量大能双向并举，力挽狂澜。遗憾的是，条文精简，只谈到温要下之，语言不详，产生疑问，乃理所当然。1980年老朽于沧州遇疑患者，阴寒腹痛，平促便秘，六日未有更衣，肚子凹凸不平。恐有蛔虫，肠道梗阻，授予了此汤，即泡附子30克，先煎一小时，细辛15克，大黄10克，偏入蜀椒10克治虫，强化止痛。水煎，分三次服。即任天象，一剂即效，解下肝愤10余块，病情消失。附子量大，则起速决作用。200，连桂树干加葛根则泻汤。老朽常将连桂树干汤则泻汤加葛根调理脾虚水泛头眩、脑掌、向强、视物模糊。茯苓取首位20到40克，白术、葛根次之，桂枝断后。血压升高，以泽泻为君30到50克，葛根、桂枝次之，白术、茯苓断后。一般不加天麻，因不属经方系统。其中泽泻头到40克，无不良反应，却称良好。经验表明，降血压、血脂，泽泻不低于益母草、夏枯草、葛根、桂枝比较逊色。非痰邪之变，也不要添入胆南星、全复化。恶心加半夏，那呆加神曲，耳鸣加大量防风。1971年遇一干部，因文革冲击，官场失意，心烦、头晕、耳鸣，站立不稳，有欲扑倒状，医院诊为高血压脑病。当时即给予了本方，即白术15克、茯苓30克、桂枝15克、泽泻40克、葛根15克、甘草6克，每日一剂，10天症后便解。故为更方，劝其忌饮勿停，共四周，彻底治愈，命名连桂树干加葛根泽泻汤。201，补中益气汤不宜盲用。周易是个空套子，对各门学术都有影响。道穷则变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道家的养生学说，亦助力了预防为主的思想。伤寒杂病论的出现，形成飞跃。流派逐渐产生，象征着学科的建立，精益求精，辩证施治的分化。仲景先师阳明居中主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指出脾胃在人身的重要性。以理稿为代表，强调保护中州，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补中益气乃治疗之本，掌握根源，才可健康增寿。老朽自幼研习周易，常施法其论典，且思想倾向经方，欣赏理中汤，未有杂入生阳散火药物，为唯一不同学术观，亦是个人的临床色彩。1957年诊一新闻记者，久患神经衰弱，近月来头目昏沉，饭后消化不良，身体疲劳，记忆大减，根据不断感冒现象，开了补中益气汤，孰料症状未退，反而导致耳鸣、脑掌、出汗，乃迅速停药，改为理中汤加味，给予人参10克、干姜6克、白术10克、女贞子10克、山茱萸10克、炒神曲10克、鸡内金10克、甘草6克，每日一剂，水煎，分三次服，连饮7天即愈。实践表明，补中益气汤投与不当，也起意外反应，非开门大吉，一路平安之品。202，小柴胡汤加带辅二味。01满庭芳老人虽非伤寒派，喜用经方调理妇女更年期综合征，肝气横逆烦躁，易怒、打嗝、背胀、衣气频发。常开小柴胡汤加带者时，悬浮花特点是突出柴胡头量，每剂达到30克，往往要下样瓶，被合掌称赞，呼作半仙。指出柴胡虽宣散，亦能下降邪热，伤寒论浅至半斤，量大，很起作用。人们误为只升不降，是由于量小，从小柴胡汤煎症，利小便，止腹痛，解除脾硬，就会知晓这个性能。况且炙热入血时，通常月经，更可明确。要纠正片面认识，恢复庐山真相，以小柴胡汤疏导气机，适于自主神经功能失调，添入带者时，悬浮花增强助力，是加重降下，抑制兴奋，令阴火回归笼中。1972年遇一年过五旬女子，月经仍行，多疑善感，减善易梦，心烦意乱，腹胀背痛，嗳气连连，厌语人言，阵发性出汗，曾一击本方，即全药授之，即柴胡25克、黄芩15克、
半夏10克，人参6克，代赭是30克，玄附花15克，甘草6克，生姜6片，大枣6枚，剥开，日饮一帖，蝉联7天，并减一半，主其忌服，未再来诊，俱云已愈。此乃老朽借兵令主一案。203，调味承气汤是应症。《伤寒论》调味承气汤，因无止咳、后仆，被列入缓下剂，实际功力并不低下。目前常用于伤食、消化不良、牙龈红肿、口腔热痛、爆发性便秘。头猪胃肠实火、口臭、尿赤、腹胀、大腹不通、糟粕干且痕起作用。壮水治火，如开肠道，引热下行，釜底抽薪，除缺乏行气，其效不逊于大承气汤。老朽洗取小量，扫荡上、中、下三焦郁积，从肛门排出。一般用量，大黄3-10克，元明粉3-10克，炙甘草15-20克。清泻，多用甘草20-30克，既不伤正，也可驱邪，比较理想。菌泻，降甘草至3-6克，攻坚能力以马可待。204，特色用药。经方浅药，不止寒热，攻不共用，而且同性之品一起上阵。如金匮要略除热贪咸的风饮汤，石膏与寒水食，赤石之与白石之为伍，乌头赤石之丸乌头与附子配合，取同中有益。在补益处方内加风药，如治虚劳诸不足的鼠疫丸含有防风，能起催化作用。但后世组方极为少见。家父说，清末有一齐皇家，以投药古怪闻名，自号杂方班头，遇阳明大热或流行性疾患高热，常开四味神品，即石膏、寒水石、天冬与麦冬，对生津增液、降低体温很有疗效。精巧处，寒水石量大，超过石膏；天冬量小，少于麦冬。凉中欲补，非久经临床的老将难以运作这个妙法。遗憾的是，未有留下姓名、鲜香和主导经验。老朽凭记忆写出，供同道参考，进行研究。205，三合一汤治胃炎。伤寒论五泻心汤，除附子、大黄、黄连泻心汤，均有干姜与黄连同用，其称心开苦降，调理心下脾满，能驱寒热，立刻散结。因无瓜蒌，功力次于小陷胸汤，比小陷胸汤施治范围广泛。三方主攻对象为胃中疾患，如胃炎、胃溃疡、消化不良、纳呆、呕恶、吞酸、嗳气、积液、鼓胀。重点药物是半夏、黄连、干姜。既往将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生姜泻心汤视为经方上药，实际所含成分出入不大，指人参、生姜二味之差，主要是量的区别，基本属相似类型。无曾减去生姜，避免和干姜重复，把诸药汇于一起，组成三合一汤。即半夏10克、黄芩10克、黄连10克、干姜10克、人参10克、甘草10克、大枣10枚，剥开，急于浅表性胃炎。又加蒲公英30克，增强解毒、消炎、抑制幽门螺杆菌的作用，每日一剂，空腹饮下，连用15-30天，收效很佳。1963年，在山东省中医院治以金融业浅表性胃炎患者，病情缠绵，约有2年余，久医不除，就以此方与之。半个月症状大减，头量压缩1/2，又服3周，逐渐痊愈，且未复发。206，虫药组方。清代叶桂虽为温病大家，实际学术渊源于仲景先师，凡真假，积聚、痞块、久病入络、洗头虫类搜涕沉混之邪，就是来自《伤寒论》金匮要略抵当丸、鳖甲煎丸、大黄、虫丸、其中水蛭、萌虫、奇槽、蜂房、枪狼，皆可活血行气，功于破结，对慢性炎症、结核、肿瘤都起作用，尤以全身肌肉、关节麻木、疼痛、屈伸不利久治不愈者，更能派上用场，堪称动物药特殊疗法。家父比较欣赏，指出天使翁善用，却非它的开端。要继承本门经验，应从原始处方着手研究，由源到流进行探讨，列入专题发扬。勿把所含成分作为疗效依据，否则淹没临床价值，导致挂一漏万，纸上谈兵。1981年，老朽遇一坐骨神经痛患者，左侧由腰到脚感觉疼痛无法容忍，频频汗出，稍动折痛。初诊暗风寒湿侵入经络，照弊病论治，给予甘草附子汤，白术30克，泡附子30克，鲜煎1小时，桂枝30克，甘草20克。
加了薏仁40克，汉防己15克。未见效果，乃添入全蝎10克，蜈蚣3条，地龙15克，虫10克，鹿蜂房10克。竟然巧合，每日一剂，连服9天，症状极简。据此损益，又吃一个月，基本解除，走向治愈。虫药选择运用，却属一大法门。207，金匮要略食方药。金匮要略有食方药，喉是黑散之君为菊花。大豆黄卷乃大豆发芽后阴干而成，首见于鼠玉丸，并非来自温病学派。大豆黄卷，味甘性平，祛湿活血，缓解关节疼痛。筋脉拘挛，常用于暑热疾患，被称果子药。因有轻度发汗、利小便作用。老朽不断受与虚弱人，湿滞伤腑加湿，表现头昏、身重、低热、身热不阳，头40克。配合西洋参10克、茯苓15克、青蒿15克、石膏15克、竹叶15克、粳米50克，水煎分三次用，每日一剂，连饮3到6天可抽。由于属食品类，无任何不良反应，放胆服之，不会有湿，命名清热化湿汤。208，咳嗽天敌小葫芦汤。仲景先师调理咳嗽，《伤寒论》长头干姜、细辛、五味子，后人推称仙药。金匮要略未受此限，上开紫菀、皂荚、白钱、泽漆、款东花。在所列对象中，三仙多给予辛感，如小青龙汤，后者内外之伤均可用。根据临床，细辛解表、干姜、五味子均属治理药物，不宜拘泥两项之分。同时桔梗、半夏、茯苓、甘草亦附止咳作用，甚至龙骨、牡蛎的收敛也能缓解久嗽。近代杂方派还加入镇静品全蝎、蜈蚣，进一步提高了疗效。无曾施法前嫌，综合处方小葫芦汤，即麻黄6克、干姜10克、细辛6克、五味子10克、泽漆10克、紫菀10克、白钱10克、桔梗10克、半夏10克、全蝎10克、款东花10克、甘草10克，每日一剂，分三次饮下，反馈立竿见影。1980年遇一患者，冬季遭受风寒，已有阵发性咳嗽，已历8个月，吃药打针仍没转好，医院诊为间质性肺炎，由河北清河来济求救。恰逢老朽正忙于赴南京参加会议，即以子汤受之，嘱咐回乡频服，以欲为期，不要中断。凡20天，症情大减，大呼良方。209，泻心汤疗狂。金匮要略泻心汤，由大黄一半、黄芩、黄连和占二分之一组成，比伤寒论大黄、黄连泻心汤多了黄芩。一三焦火邪上冲鼻衄、吐血，以大黄降下为君，属门唐荣川推称圣药。通过赘婿击之火，利用寒凉止血，促使血归故道。吾曾借助其力调理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凡暴躁、怒骂、狂闹、悔悟、不眠、便秘、过度兴奋、不听劝阻，力大无法制止，则用本方泻气阳亢有余，以保阴水不足。只添元明粉，不加他药，能获得较好的疗效。1965年诊一男子患躁狂型精神分裂症，表现上述情形，当时就将此汤赠与病家，即大黄30克、黄芩15克、黄连15克、元明粉15克，日服一剂，缠连而用，共12帖，狂止、便静、转暗，方小价廉，量大稳妥，应予传播。210，楚中飞尽结恶兆。伤寒论楚中症，言病情重度，忽然精神转佳，或胃气败绝，迷谷不入，金反能食，俗名回光返照，属死亡前兆。老朽经验，不应一概而论，往往是正气来复，阴回阳转，乃逢凶化吉现象，招式尤为变良，愈后得祥，切记拒绝失智，放弃就死扶伤。1954年老朽于宁津遇一服属晚发患者，神志混乎，身体衰竭，数日不进饮食，突然呼唤其女药师面条，伤寒论称所禀，人们认为中气已除，无力回天，用了半碗，病况竟然好转，未再服药。一周后起床更衣，逐渐恢复健康。从此可见，楚中症确实存在，但非都是死神降临的不祥之兆。211，泻心汤加元明粉观察。伤寒论所言阳明未加时，邪传入腑，热聚肠道，大便秘结，严重者影响脑神经，发生目中不了了，经不和，或寻医摸床，体而不安，各种精神意识的特殊变化，
然非脑死亡。中医认为属于火毒炽盛，与人体内在糟粕未能代谢互凝所致，只有攻下才会解除。重点头与大黄开大承气汤。老朽经验，止咳后普起的作用不大，功力依靠猛将无生虎大黄，不如把止普换成清火解毒的黄芩、黄连，改为金匮要略的泻心汤，突出大黄挂帅，加同等或少量明粉辅之，收效比较理想。1945年吴曾建和北孙老一家被聘来鲁，调治一热结旁流患者，日不潮热，沾雨，夜间转重，如见鬼状，呼之能醒，腹内胀痛，体温持续在38摄氏度左右，仍可食人。他指出属急下症，因火热之毒甚烈，且下血污水，宜加固肠药，添入芩、连二味，防止上有燥时保留原明粉。输血大黄30克，黄芩15克，黄连15克，原明粉10克，水煎分两次饮之。连服2剂，果若其说，除症状递减，排出了肝结粉快速酶，患者随之而安，表明此方驱邪不低于大承气汤。212，驾船快速定喘汤。伤寒论太阳篇，喘加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加，不适于外感，亦无力调理内伤，对哮喘症缺乏明显作用。若改麻黄汤加厚朴降气平喘比较合宜。桂枝、白芍辛温活血，敛汗止痛，非解除支气管痉挛药，不存在可行性应用范围，故后世医家求其问津者寥若晨星。老朽家传失智，支气管哮喘，排除肺气肿，长头麻黄汤加半夏、玄附花，重用地龙、胸闷加止咳、瓜蒌皮、盘多加桔梗、橘红、紫菀，广泛临床，口碑较佳。1970年诊一老妇，素有支气管病史，这次发作甚猛，张口大喘，头上冒汗，目如脱状，吃一般药物寡效，即以此方快速定喘汤与之，即麻黄10克、杏仁10克、桂枝10克、半夏10克、玄附花10克、地龙30克，每日一帖。方位更易，连服6天，症情迅速消退，善后减量，基本治愈。213，小柴胡汤去人参。伤寒论辨证失智特色，先表后里，急心缓沉，补不足，损有余，强调风寒伤人，重视寒凉泻火，辛温护本救阳。因为整理刊行粗疏，杂有浮言，应作旁注，如理中汤腹中痛加人参，可欲饮水加白术，小青龙汤若去麻黄恐非重景意，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为附子三枚恐多也。类似情况之入正文，反而喧宾夺主。老朽临床观察，既不口渴，亦无气血亏损，小柴胡汤内人参非必需之品，纯化此方可以省去，四逆散就是精炼的例子。大论方小药少，各司其职称其，几乎没有冬过先生，甘草、大枣、生姜也有用场，删掉之后不会影响全局。1987年老朽诊一少阳患者，表现口苦，往来寒热，无咽干症状，由于人参自费，没开此药，却起丢车保帅的作用。即柴胡20克，黄芩15克，半夏10克，甘草6克，生姜6片，大枣10枚，薄开，水煎，日饮一剂，三天即愈，效果斐然。214，尸骨要因法制宜。老朽家传师从伤寒论，常灵活运用，不生搬硬套其法。外感伤寒，中风投麻黄汤、桂枝汤，均加生姜、大枣调和营卫，饭后的卧床温腹取暖，喝热粥以助药力，二者相同，打破只限于桂枝汤的惯例，这样有利于开凑发汗，快速解表。上定一条守则，变身直之即止，切忌如水流离。三天内禁用生冷、黏滑、酒酪、伤胃影响消化的食物。据满庭芳先生讲，有的串雅灵医举着南洋旗帜，广收门徒，言及伤寒论之外的事情，为众圣传人继承衣钵药生阳死脏。老朽查阅大量文献，没有见到此项记载。师生融洽，感情浓厚，可以实现，但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条件，则未免过苛。215，加味小陷胸汤超过原方。伤寒论认为太阳病物与汗下热入阴作结胸，其实气郁、痰饮、淤血、食物都能引起，正在心下，按之则痛，为小结胸。从所开小陷胸汤推论，乃火邪内聚，半夏、黄连、瓜蒌虽有针对性，由于缺少行气破结之品，功力并不理想。老朽临床除加重瓜蒌投量，又添止咳一味，提高疗效，
缩短疗程。便秘久不更衣，还可兑入少许大黄，通利肠道，减轻上部压力，导邪下行，一举两得。1981年诊一农村赤脚医生，原精神不畅，酒饭过饱，气时停机，发生结胸、闷、胀、痛，按之转肾，曾给予小限胸汤，依然如故。遂将瓜蒌升至一倍，增了大量止咳，小剂大黄，剂半夏15克，黄连15克，瓜蒌60克，止咳15克，大黄3克。输泻上中下三焦，每日一帖，解下会物极多，三天即愈。可以看出超过了原方小限胸汤。216药店内规。民国时代药店所一门规写有：认真诊疗，细心抓药，有毒之品不上柜台，每季水煎两回，三次吩咐，药渣缓抛，以利检查。昂贵之物高称，资不平称，泻下破积均低称，听从医生嘱咐，早日恢复健康，很有意义。重点是有毒生药一律不受，不将附子、半夏、乌头、甘气、草乌、甘遂、圆花、大戟、萌虫、马钳子置于豆橱之外，恐发药张冠李戴，出现事故，煎过的痱子存放3日。这些传统的告诫做法应当继续留给后世。217重用柴胡解郁。柴胡除医少阳表里之间往来寒热，对疟原虫亦有抑制作用，应与暑期配伍。无受伤寒论私密散启发，疏泄肝郁至气滞胸闷、烦躁、口苦、咽干、易怒、背胀、胁下宫冲作痛，表现阴虚火旺、目失调达，自主神经功能失调，发生感觉性不适症状，客观检查无异常变化，只有损于镇静之品，无特效药物。然其皇家在辩证失治范围中，以调理肝功能为重点，得到了良好的反馈。老朽施法清代医案，授予大量柴胡、中等白芍、少许大黄，加入其他相应者，颇见效果。1980年诊一更年期综合征妇女，显示上述情况，且多疑、极度精神抑郁、严复欺凌、思想难展，愿向外界倾诉衷肠。医院劝其转中医科，当时就开了柴胡20克、白芍15克、大黄5克，增入金匮要略、小麦60克、大枣10枚、薄开、甘草10克，加传养心活血的丹参15克，每日一剂，连服10天，病象开始减退，共一个月，邪去正安。218瓜地催吐。伤寒论瓜地散以及苦甜瓜地与酸性赤小豆各等份碾末，每次3-6克，以香豉60克煮粥，取之送下，用葱白或鸡苓探吐，俯卧半小时执行。历史上除金元璋从政，运用者甚少。对胃内素食、积水、毒物、气管中痰液、脓邪都起较好的外排作用，属快速疗法。由于感觉痛苦，现在已尽失传。这一施治形式是酸苦涌泻，取赤小豆之黏贴敷胃壁，甜瓜地之苦刺激黏膜神经，大量香豉之增加接触面积，广泛发挥药力，弥漫性不满来提高效果，三味配合甚为理想。老朽1953年诊一大学男生，因参加朋友婚礼，山珍海味吃之过饱，胸闷、腹胀、疼痛、困顿状态难以形容，主其家人即到药店购买瓜地粉，兑入白水融化2匙，趁热服之，拿葱白一颗反复探刺咽喉，吐出90水液半盆，大呼轻松，症情瓦解，逐渐消失。据此看来，梅加赤小豆、香豉同样可起作用，故而不必拘守原方，灵活化材也有功力。经验表明，若量小水煎，不取葱白或鸡苓刺激催吐，则不易获得腹背利抽。219咳嗽不应固守三鲜。吴临床以伤寒论为蓝本，从事药物研究，探讨实际应用，发现干姜、细辛、五味子组方，调理支气管炎、兼治性肺炎咳嗽，客观价值不高于紫菀、桔梗、白钱、款冬花。干姜、细辛并非呼吸系统专药，若盲目施法，书内推荐反而贻误病情，失去荆州。通过实践验证，就可得出比美的结果。贵耳见目，道听途说，死抠文献，都易坠入荒区。伤寒家强调三鲜，干姜、细辛、五味子为规律性投放，但不宜代表特殊性或普遍性，举一不能四，五吞吊酒，十。1970年遇一慢性咳嗽患者，
医院开始诊断肺炎，千言半年未愈，仅干姜、细辛、五味子吃了两个月，转科老朽寻治，遂抛开三仙，改用紫菀15克、桔梗10克、茯苓15克、白前15克、半夏10克、玄附花10克、泽漆10克、款弄花15克、甘草6克，每日一剂，水煎，分三回服，连饮25天，虽损益三次，品味没更，已彻底转氨。金匮要略之方也应参考。220，附子镇阳治喘。也师曾见一年近耄耋的经方医家，因身体虚弱，阴盛阳衰，喜吃温热，补命门真火。正由于此，临症如火神降临，大兴壮阳药物。与众不同处，专开附子，根据需要加干姜、桂枝、蜀椒、吴茱萸，很少给予乌头、天雄，形成自己的特色，被称为附子派。凡就暖怕冷，温里用熟附子。舌苔白滑，手足凉，驱寒用泡附子。外微汗多，全卧无神，就拖回阳用生附子。腹中隐痛，热运则疏，加蜀椒、吴茱萸、干姜、桂枝为点缀品，非关键性者，随时而入，无标准投量。生、泡、熟三类附子，少则10克，多到60克，一般稳定在30克。患者均能接受，未发生过不良反应，疯传疗效惊人。老朽仿其法，施治虚寒病友的确较佳。1962年于济南会诊一哮喘花甲渔翁，屡医不愈，张口苔尖，痰涎不断外流，身瘦不足40公斤，脉象沉曲极弱。和同道诸君协商，乃阳气肾虚，可授予大剂附子，众皆俯首。即开了泡附子30克，先煮一小时，人参15克，茯苓20克，溃沉香6克，后入紫菀10克，庭栗子20克，干姜10克，大枣15枚，剥开水煎，分三次饮下，连吃6帖，逐渐好转，又服一周，即返回水乡微山湖。既往就说哮喘既补，最怕附子，此线不攻已破了。221，流行性感冒清火解毒。麻黄汤适于普通感冒，头痛骨楚，恶寒无汗，对流行性的细菌、病毒性感冒出现口干、舌红、体温迅速升高者，则发明显效果。这一类型虽能吻合携带胃气阶段，然临床所见并非邪属温病的范畴。它的特点是含有生物因子，需要抗菌抑制病毒。目前岐黄芥锄头金银花、连翘、柴胡、石膏、黄芩、重楼清热解毒，常给大量泻火驱逐生物因子药，主要为冠中、大青叶、板蓝根，尤其是施法宋代庞安时赠予超量的大青叶，功力极佳。老朽掌握四种，透表用青蒿，解毒用重楼，降温退热用大青叶、板蓝根。其中大青叶、板蓝根开到50克，无毒性反应和不良反应。1964年于蚌埠旅社遇一传染性感冒患者，发病5天，口渴、烦躁、便秘、无汗，脉象滑数，日夜持续高烧。当时就授予青蒿30克、冠中15克、石膏30克、重楼10克、大青叶50克、大黄3克、板蓝根30克，水煎，分四回服，四小时一次，连饮三帖，汗后热退而愈，露此之案，以利其余。222，真武汤治寒湿体痛。伤寒论真武汤，原名玄武汤，健脾祛湿，温里驱寒，壮阳利水，后世借助调理肠炎，肠功能紊乱。只要疲劳乏力，手足腻冷，腹疼尿少，大便溏如雾血，就可应用，誉为慢性肠炎药药。近代时方家张简斋予以加减，尊称止泻圣剂。老朽临床已知湿治寒湿腰痛、身痛、关节疼痛，取附子、白术、白芍疽菌，加大投量，亦见效果。对恐惧麻黄的患者最为适宜。1971年于山东农学院诊一窍湿，医院印象肌肉风湿症，长期腰酸，四肢疼痛，躯体沉重，影响工作活动，曾授予此方。即泡附子30克，先煎一小时，白芍30克，白术30克，茯苓20克，生姜10片，天入汗防己15克，日服一帖，连饮2周，病情极简，将量压缩一半，又继续15天，就基本治愈了。223，党参与人参功力之别。伤寒论开人参，非现在所用东北长白山产者，恐为山西上党野生的参类，补气养阴，除津液不足口渴，还能通脉止血。如通脉四逆汤、
四逆加人参汤复言。李中丸后上提到腹中痛加人参，东北长白山产者则无此作用，应灵活对待，切勿诛手。古先贤陈修元讲，汉代处方的人参是阴柔药物，不属冲气助阳之品，很有着实。生姜半夏泻心汤有干姜、黄连、心开苦降，起消痞作用。人参扶正积自除，助一臂之力，非它起到攻邪沉浮。只有大气下陷才是人参生举的看点，乃东北长白山人参。《伤寒论》头语者缺乏这一功能，二品混淆，易于误事。1959年寓意工会干部全身倦怠嗜睡，精神不振，因为热上冲干哕，呕恶不止，遂来就诊，心动过速，脉象虚数，为了避免吃药吐出，要求给予清淡之品。当时给予金匮要略俱辟诸如汤与汁，即陈皮20克，竹茹30克，党参20克，甘草6克，生姜10片，大枣15枚，薄开。饮了三剂，情况转佳，为疲劳，颓废状态未有变化。考虑党参之力薄弱，短木难支华厦，改换东北长白山人参20克，仍每日一帖。又继续四天，感觉轻松，精神兴奋，愿意说话，体力增强，愁眉不展的面容一扫而光。可以窥见东北长白山人参的疗效占据上风。224，石膏、干姜合用。干姜和石膏配伍，《伤寒论》金匮要略硕见不鲜，如风饮汤、麻黄生麻汤、小青龙加石膏汤，与附子、石膏组方不同。因干姜为生姜晒干去除水分，实际等于大量的生姜，无必要感到诧异。民国时期吴七先生对胃热恶心洗头石膏、竹茹、半夏、黄连、干姜、少许大黄，命名降火止呕汤，给予胃炎灼心、脾满、干哕、逆气上犯、频发呕吐均有效果。1970年老朽诊一银行职员，吃海味数小时胸腔闷热，吐出不少酒水食物，仍恶心不止，当时就以此肘后方受之。即竹茹30克、半夏10克、石膏20克、干姜10克、黄连10克、大黄3克，水煎分三次用。连饮2剂，病情若失，恢复正常。225，麻黄、桂枝妙用。麻黄、桂枝配合为并蒂莲花，具多项功能，主要为发汗解表、通利小便。桂枝抑制麻黄升高血压，医家若全面掌握，则乐此不疲。《伤寒论》503含有桂枝，认为鼓动膀胱气化，实际是利尿。苓桂树甘汤止头眩，除茯苓镇静，则为桂枝降血压的作用。二者乃老朽家传的经验，临床运作取其隐情，历史皆效。将两药共组处方，调理外感风寒、呼吸障碍、支气管哮喘，以对等头量给予患者，很快汗出尿下而愈。加入杏仁、地龙、石韦、婷栗子双向齐举，收效更佳。1974年诊一企业会计陈启锻炼遭受严寒袭击，身热无汗，喘促不宁，小鸣大作，家属惊慌，误为邪祟，药物失治，即开了麻黄15克、桂枝15克，居君主之位，赐得苏叶10克、杏仁10克、细心6克、甘草6克、生姜10片，每日一剂，分三次用，连服三天，症状解除，病消而安。226，石膏、大黄同方。经方石膏、大黄同用极为少见，在杂方家行列中则偶有合方，如调理胃火上冲、头晕女煎，石膏、熟地黄、麦冬、知母、牛膝加大黄，失治口臭、牙龈红肿、出血、疼痛。足伯父对阳明腑症高热、大便秘结，给予《伤寒论》大成气汤时常加石膏，认为大黄、圆明粉攻下，固然腹底抽心，有降温之力。添入石膏、大泻三焦，运热随大黄下行，事半功倍，能缩短疗程，收益更佳，乃多年经验，属失传口授良剂。老朽继承这一妙招，的确别开生面，堪称医圣仲景方药的如意法门。仙君补充说，运用时首煎石膏半小时，再入止咳，后普煮20分钟，后放大黄、圆明粉10分钟即可。大黄煮沸5到10分钟，利肠道，下糟粕，超过此限转为清热活血，失去了泻的重要作用。1955年老朽寓意流行性高热疾患，口渴，脉象宏大，身发红斑，五日未有更衣，体温持续不降，有人转来就诊，因乏阅历，进退为谷，即以大成气汤七虎龙与之，即止咳15克，
厚朴15克，大黄10克，圆明粉15克，水煎分3次以下。服后排出燥屎数枚，高烧没减。加了石膏60克，二级温度下降，3日便起床活动，停药而愈。无疑，石膏发挥了强化作用。227，水仙疗法与尿崩症。水仙派以壮水养阴为主，除继承仲景先师白虎汤、麦门冬汤、竹叶石膏汤的运用，亦吸收了温病学家的浅药经验，逐渐成为一枝独秀。虽称水仙，却没技术单列，另立门户，归档杂方系统，所投药物广泛，和火神派专用附子者不可同日而语。对内热阴虚，火灼津液，常给予生地黄和首乌、麦冬、知母、全参、女贞子、当归、阿胶、石斛、天花粉、沙参、桂圆肉、龟板、沙参、旱莲草，能别开洞天。无曾仿照其数诊易干燥症，口渴、消瘦、尿多、皮肤落血，大便如羊屎数日一行，无糖尿病史。开始按消渴调理，未见改善，转用大剂生地黄、全参、石斛、麦冬、天花粉、知母、西洋参，病情逐渐变好，为仍渴而饮水，喝了即小便排出。在无良法的窘况下，考虑收摄水道，遂加入固色药抑制人金樱子、桑飘消，服后尿量回缩一半，口渴大减，3周治愈，未有复发。通过此案也说明一个问题，单纯壮水保阴生津，不完全是于尿崩症。228，竹叶汤的应用。伤寒论条理中风均用桂枝汤，妇女产后汗多血虚，防止发生柔颈，今溃要略推出竹叶汤，重点投竹叶、葛根、桂枝防风。次则人参、附子不用瓜蒌桂枝汤，乃其辩证灵活，施治多益处。竹叶汤扩大医疗范围，授予身体衰弱、精神不振、心慌气短、脉象沉浮、感受风邪、颈项强直、低烧之人亦有较佳效果。竹叶不宜量大，附子要炮制的局限6-10克，否则反利为害，出现不良反应。老朽施法大朴先生征马识途的经验，1955年诊一商务亚健康人员，40岁左右，因感冒外邪、头痛、自汗、脖子活动障碍，体温 37.5 摄氏度，怔忡不安，随手开了本汤与之，即竹叶15克、葛根15克、桔梗10克、桂枝10克、防风10克、人参10克、泡附子15克、甘草6克、生姜6片，大枣15枚，剥开水煎分3次用。患者烦躁影响睡眠，考虑和附子有关，降量减至6克，又饮2剂，情况转为稳定，症状缓解，方位更改，即服3天即上班工作。不难看出，附子非果子药可比，慎重二字应牢印脑中。229，瓜蒌汤媲美小陷胸汤。老朽曾仿照手抄本《伤寒论》对阴气郁、热聚、痰饮、食积所致胸闷、痞满、胀痛的结胸症，有时不投《伤寒论》小陷胸汤，用心制瓜蒌汤，油半夏、蟹白、止咳、厚朴、瓜蒌五味组成，不仅衣上、中二焦阻塞，亦可通畅宫秘、导邪下行。以蟹为主，从胸脘直到肛门，重用瓜蒌30-60克，解除疼痛，加蟹白之量15-30克，半夏降腻止呕10-15克，行气破滞、宽中利膈、止咳、厚朴为开路先锋。药性比较驯凉，如寒性降冰，多则益善。根据需求，也可把君主升到大瓜蒌一枚。实践观察，3剂即见效果，一埋消散。1986年，寓意工人与邻居斗殴，气火聚于隔间，压之硬痛，大呼喊叫方快，脉象弦滑，表现内实。即取此汤与服，即瓜蒌60克，厚朴20克，止咳20克，半夏15克，蟹白30克，水煎分3回饮下，每日一帖，入厕4次，2天而愈。230，泻南补北止血漏。伤寒论麻黄汤尽力，汗加重发汗，恍惚心乱，小便已阴痛，与与余凉丸。金匮要略，妇人现经，漏下黑不解，焦艾汤主之。二条有方无药，被称两迷。实际有论无方者，何止于此？经方派说，象征方位的南朱雀、北玄武、东青龙、西白虎四汤，也属大迷。朱雀、桂枝汤，红色有桂枝，青龙绿色有麻黄，白虎白色有石膏，
玄武、真武汤虽有黑色附子，则不能代表人鬼水寒性药物。问题可以讨论，却无理由互为似谜。1954年老朽诊一内分泌失调的女护士，经期延长，色暗，淋漓不停，给予四物汤加阿胶、艾叶，反馈乏效，乃改换南京谢南补北疗法，授予清热壮水药，寄生地黄30克，白芍15克，牡丹皮10克，地榆15克，辟谷皮10克，汉莲草20克，日饮一剂，水煎三次服，连用12天，血脂正除。北方煮水大乱玄武汤的概念，含义不同，不应以此否定火神附子是错写之物。231，农村验方，《伤寒论桂枝汤》，金匮要略明阳旦汤，一产后感冒风邪，发热，干呕，出汗，数日不解，和《伤寒论》中风同一治法。山东民间在此基础上加入防风、红糖，预防发生抽搐，还添了鸡爪。这一组方大概受龙会堂纯子一影响，被灵医掌握，比单吃桂枝汤功效良好。30年前，老朽于南京开会时，与友人曹明高谈及此事，他表示应予重视，发掘沟沉，为群众服务。依据临床情况，五物将其剂量进行了修订，消去白芍三分之一，避免影响解表，又增大葱白三段，提升开启玄府之力，有利全方发挥作用。1983年诊一银行患者呈现以上病象，要求给予平淡一饮药物，就以本汤受之，即桂枝15克，白芍10克，防风10克，甘草6克，生姜9片，大枣10枚，薄开，红糖30克，冲，日服一帖，5天给予，欢称药到样除。命曰农村验方，鸡爪药头2个，该案因当时寻觅困难，放弃未用，疗效没有减色。232，中药去毒。中药2000余种，临床常用者1000种左右，植物约 80%， 动物、矿物占 20%。 植物用根、苗、花、果、皮，为了去掉泥土、沙石、虫蛀、污物，保持洁净，水洗3遍，防止日光暴晒、紫、红外线破坏有效成分，药阴干，炮制灭毒，提高临床疗效，消除不良反应，如醋炒盐胡索、桃仁包皮煎、秘制麻黄、火炖牡蛎、干碎面味、酒煎附子、巴豆不包去油、龟板醋脆变酥、油炸番木鳖、酒蒸大黄。而且还要考虑改善口感，如水漂、虫、阿魏脱臭、芦荟驱苦，处方加甘草增入甜味。煎剂以水为溶酶，能使药物由生变熟，降低毒性，避免过敏，减轻胃的消化负担，是较好的饮用方法。老朽家传，凡丸散所投药物均蒸熟阴干，然后加工制成，一律不开生的，怕影响人体健康，导致异常现象。1954年吴曾诊一歌唱团演员腰腿疼痛，走路困难，要求携带方便，专吃药丸，由14代为调配，其中含有极少草乌，炮制不够火候，患者口麻，手足抽搐，2小时后恢复正常。尽管病情大有好转，然而中毒症状令人不安，所以中药加工应细心操作，余毒未尽仍会发生不测。233，药物炮制举例。老朽家传，中药炮制分10种方法，炮为砂烫，如炮附子、炮穿山甲；断为火烧，如断龙骨、断牡蛎；为水煮，如杏仁、桃仁去皮煎；烧为炭化，如杜仲炭、地榆炭，又称黑烧；炸为油烹，如炸全蝎、炸马钳子；制为火烤，如制甘草、制紫菀；烘为烤干去油，如烘乳香、烘没药；锤为棒剂药包取霜，如苏子霜、巴豆霜；打为粉碎硬物、种子，如打五味子、瓜蒌仁、石膏；非为寂寞矿物，如非华石、非赤石脂，能去毒、益肤，提高疗效。老朽临床降低解表，增强润肺，止咳平喘作用，用秘制麻黄，避免纤毛刺激咽喉，用制玄附花、制枇杷叶，但石膏内服，均头生的，断喉则伤人。1956年诊一画家，因为痘痫发作，恶心、纳呆、衣气上冲，呈痰、水、气、食停机现象，给予《伤寒论》玄附带着汤加神曲、茯苓，日饮一剂，连吃2天，病情虽减，添了咽喉不舒，有骨梗症状，怀疑同生玄附花有关，乃改为制者，劝其忌用，又服3帖，豁然得愈。不言而喻，药物加工有重要意义。
234，炮制影响疗效。中药炮制，一名修制，是一门传统的特殊技术，大都遵照雷公十七法，指炮、烂、薄、指、微、炒、断、炼、制、度、飞、符、棒、撒、煞、暴、露。目前并不完全诸手，有了新的发展，从采收到上市形成一条龙，仍分水、火、水火合制三类，机器为主，减少了人工。为了提高作用，保证疗效，节约药源，不盲目炮制，如炒萌虫除去赤毒，为明显降低毒性。酸枣人参、熟功力同样，肉苁蓉原药，利肠通便最强。杏仁炙甘在煎，可去煎牛皮。柴胡精液很少皂苷，开小柴胡汤以取其根。人参医疗成分俱芦，弃之是无知的浪费。还有酒炒鲜毛增加热性，胆汁炒黄连增加寒性，蜜炒石膏增加滋润之性，无此必要。老朽师门传授，重点运用生药，天人合一，含有自然灵气。近代张锡纯先生深晓此理，值得效仿。1967年诊一目火型金肺热哮喘患者，该演员已无力登台现役，干烧、乏汗、脉数。曾吃伤寒论麻杏石甘汤，蓟蜜制麻黄十克，冰糖炒石膏二十克，杏仁十克，甘草十克，连饮二剂，未见疗果。委无调制，将麻黄、石膏改为生品，又服三天，疾病退而愈。生、熟之间，精味分明，可自思考。235，抗过敏药。老朽临床对风疹、湿疹、荨麻疹皮肤瘙痒，严重者影响工作，夜不能眠，常开抗过敏药，根据情况内服、外洗，制成软膏贴敷，均有作用。西域之品为苦参、荆芥、蝉蜕、浮萍、地夫子、白吉藜、徐长卿、白仙皮、土茯苓、防风、蛇床子、黄芪、细辛、白芷、夜交藤、薄荷、黄连、连翘、薏苡仁、黄柏、白附子、止咳、地龙、茵陈、五加皮、汉防己、人参、银柴胡、汉莲草、款冬花、绿草、蜈蚣、百步、麻黄、雷公藤、凌霄花、全蝎、苍耳子、白枣修、姜蚕、山豆根，也可用于支气管哮喘、鼻炎，但仍要辨证施治。236，重视药物炮制。水能浮舟，亦能沉船，药能治病，亦能伤人。药物经过炮制，就可避免对人体带来的不利影响，如酸枣仁炒出香味，改善口感，斑毛去赤毒，降低臭气，巴豆脱脂，防发暴血，消除毒性，就是例子。1953年老朽诊一男子，素有神经衰弱史，最近失眠多梦，心慌气短，全身乏力，疲劳不堪，大便不食，日行两次。当时未有考虑脾虚，肠道功能失调，即给予当归10克、百合15克、薄自仁15克、合欢皮15克、酸枣仁30克，水煎，日饮一剂。因当归、酸枣仁，尤其是薄自仁味有去油取霜，服后如厕转多，误糖不已。乃将当归、薄自仁剪掉，加了山药、白术、茯苓、牡蛎，才挽回危局。所以缺乏炮制，盲开生品，也会导致不应有的损害。237，人参不宜去炉。古代文献记载，人参去炉防止呕吐，山茱萸去核防止化筋，远志去心防止咽痛，实际很少见到炉食不良现象。以人参而论，炉内所含皂苷高于餐体二倍，补气健身能起重要作用，把它去掉，好似买毒还珠，弃了美玉，十分可惜。前人临床运用之餐，皆为野生多年者，非人工种植的，各大炉中皂苷多，易引发恶心呕吐。而今日入药之参已非昔比，大都属东北石柱村一带人工种植者，时间甚短，数年即挖出上市，各小炉内皂苷并不达标，服后不会呕吐，因而无必要视为毒物，盲目弃之。老朽处方所投人参均不去炉，从未发生异常反应，建议同道也应注意这一问题，挽回佳品，勿在尘土长埋。238，泻火三治。岐黄界水仙派、火神派人所共知，泻火派则被焉闻，因很少独树其帜，往往列入杂方学派中。泻火派特点有三：头药寒凉，滋阴清热，通常泻火由肛门排出，谓之一法三治。吾听到家父讲，清代末年曾于天津见到一位外来名家大刀阔斧，气宇非凡，
医疗成果领先，占杏林上风。四维浅要遵照《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但不宜不宜屈，丝丝入扣。善理杂病，常于攻坚泻火，业务兴隆，称圣手梁丘。老朽邯郸学步，转调热症，收效很佳。1957年，在山东中医进修学校诊一流行性感冒患者，发热两周，身体较瘦，时值夏季，口渴，尿赤，大便干结，就未更衣。表现阴虚邪实，即施法奇迹，给予白虎汤加味。既是膏30克，生地黄30克，知母20克，西洋参10克，大黄6克，甘草6克，粳米80克，每日一剂，水煎，分3次饮下。连服3天，热退，解除燥屎10余枚，效血得愈。此种治法涉及多个方面，可自探讨，推向实践。239，何首乌与白发。药物炮制要掌握辅料、水火时间、操作技术。去毒保效，不能毒去效亡；去其相反，不能去反伤症。碳化存性，不能烧成黑灰，这样才可符合应用要求。如麻黄结，根位完全切除，影响发汗、利尿、平喘，提升血压。生地黄不加黄酒蒸晒，寒性存在，无力壮腰益肾，温补阴血。甘草水炒黄连为褐色，防燥、寒、后肠、便秘、益菌起强化作用。有人怀疑炮制后有损原质，益检疗效，实践证明，若恰如其分，标准就收，等于无害处理，十足吸取。以何首乌为例，用黑豆汁蒸熟，治须发早白，所含微量元素锰并不减少，临床功力反会获到提高。1971年老朽在心态诊一学生，白发迎头，眼眉一发黑色，由于大便干结，暗肾阴亏虚调之，授予六味地黄丸、熟地黄、牡丹皮、山药、山茱萸、茯苓、泽泻、汤剂，添入生何首乌，每日一帖。吃了一个月，毫无改变，乃把何首乌改为炮制者，既服40天，白发开始转黑。先贤的治药经验却附科学依据。240，药物最沉。药物贮藏必须干燥洁净，预防两害，一是虫蛀，二为发霉。霉变和含水分有关，真菌通过分解、异化、吸收、同化作用，破坏药物的应用成分，如清炒或加辅料混炒，可避免发生类似情况。临床所开半夏、陈皮亦不宜久存，要随时投用，就连阿胶同样能够变质。老朽家训，均取其新鲜，储放日久，视为陈货，很少组放。民国时期听说一重古名医，欣赏10年陈药，认为减去燥性，得天地阴阳精华，给予的附子、干姜、人参、黄芪大都已失色泽，晦暗，气味尽丢，与废品无异。患者服后，往往胃中不舒，恶心，烦闷，胀满，虽有水煎饮之，也有反应，但疗效不显，温里、益气的补养功用降低。注意这些问题，切勿盲目相信药洗最沉的说法。